好，欢迎来到深夜睇波团。今日有我水川宏啦，有台长啦，同埋有 Discord 上面嘅阿火哥嘅。咁我哋会一路睇个车路士对边队啊？我觉得系，我觉得你冇插诶，我觉得你冇插喇叭嘅机会系相当之高。你真系见要望一望。我哋咧今日咧就呢、這个，因为而家咧就呢、這个。薩格拉係咪薩格拉大羅布？薩格拉大羅布咧就對緊咧呢個惡火都未上線添喎，冇事冇事，係啦，咁樣等佢上嚟啊，咁樣咁咧薩格拉大羅布咧就主場啊，就對緊咧呢個咧咁樣嘅，屌你咁嘅呢啲佢其實邊度隊嚟噶？唔係係唔係嗰啲咩蘇聯隊咁樣噶係嘛咁樣？跟住然後就呢個咁樣嘅咁啊於是咁啊呢個咧車路士居然係落後緊克羅地亞。哦，克羅地亞冇嘢啦，咁樣好啦，咁咧就，但係超似係落後緊喎，佢哋嗰個喜洋洋唔係好有效啊，暫時嗰個快樂喜洋洋唔係好有效喎，阿奧巴美揚好似係正選上陣嘅喎，係啊係啊係，因為佢哋好需要一個前鋒啊，冇錯啊，咁樣咁就呢個咧。就對喜洋洋寄以厚望可以話係咁樣。正常啦、啊。係啦，咁樣咁咧，所以咧，依家咧就咧呢個咧單箭頭啊。克羅地亞球隊啊。3-4-3喎，打緊定係3-4-2-1咧，唔識講啦咁樣。咁咧就咧奧巴美揚擺頭喎，史達寧喎，夏維斯喎，咁樣咁咧就呢個咧就打前面喎，咁樣咁啊。就都猛攻緊㗎啦，其實就咁樣咁啊，但係就呢個咁樣嘅就冇乜斬獲俾人咧，就咧一個咧反擊偷雞成功咁樣，咁就呢個咧暫時就1-0咁樣。係咁樣啦，咁就咧因為呢個咧咁樣嘅，其實轉會窗係真係閂咗㗎啦嘛。係，但係免費嗰啲就可以轉會㗎啦，都係。哦，免費咁就慘啦，咁啊因為而家都真係幾多嗰啲咧，稍微年紀大少少都幾多係免費㗎喎。嗯，即係比我想象中誇張地多喎，咁樣。咁例如呢個咁樣嘅死啊，迪亞高哥斯達，哥斯達喎，係咪先啊？四大愛人之首喎，咁樣都係咪啊？佢 OK 啊，永遠都數唔到四個噶嘛，係咯、哦，都永遠都係數到拉莫斯啦、皇馬啦、啊、比啦，同埋咧迪亞高哥斯達，永遠都唔知道第四個係邊個嚟嘅咁樣，係啦。荷蘭嗰個迪中先咯，係咪啊？算唔算？哇！哇！嗰、那個少林腳嗰個即係～十幾年都記得喎、啊，大佬。足球咁樣，係啊，哇！一車落去爭啲又飲啊，話撲得好靚先至救走咗個波。咁樣車路士爭啲就失2-0啦，嚇撚死人啦咁樣。咪點解呢隊車路士發生冇撚嘢事啊？咁樣咁咧就咧話哥斯達轉唔到會喎、啊。未定嘅，但係暫時未批佢。未定。係啦，就要即係上訴。嗯。係啦，就點解會咁樣嘅咧？就好複雜嘅咩？佢之前原來係打巴西明尼路嘅，咁巴西只不過係 Band Three 球隊，即係 Band Three 嘅 lead 咁樣 ，Band Three 聯賽咁啊計係啦，計分就計低啲咁樣。哦，即係咩分啊？佢係要計嗰、那個佢因為英國就脱咗歐，就要又係嗰啲移民計分咁樣俾工作證咯，係、咯。就詳細嘅睇，可能揾集講下咯，都可以嘅。嗯、但係就而家暫時佢未夠分，就要15分嘅。但係佢可能都係10-14分就可以上訴咁睇下。咩叫英英足總？即係踢嗰啲係即係個計分係評分係低啲嘅。係啊係啊，頭先講咗就係 band three 咯，就即係巴甲就 band three 咯。即係如果我踢唔到啲大隊，我就唔準嚟呢個嚟你嗰度踢波。就要譬如國際賽啊，跟住其他嘢就就多啲就會可以嚟咯。即係但係譬如哥斯達佢即係過咗氣啊嘛，咁啊國際賽就冇咁成日選佢，咁咪分咪低啲咯。係咯。咁樣，唉唔容易啊！你知唔知道啊？呢啲咁樣。但係我嘅諗法就佢點都嚟到㗎啦，我諗點都會俾佢啊。係啦，咁樣咁就呢個咁樣嘅，因為啊，
呢個咧咁樣嘅今日嘅新聞啊，就係呢個咧咁樣嘅雲尼斯修斯啊，好撚 fit 嘅雲尼斯修斯啊，咁樣咁就啱啱咧，好開心就攞咗西班牙國籍喎，咁樣哇係喎，係嘛、啊？本來係咩國籍㗎佢？巴西喎好似、嗯，本來巴西理論上佢都應該係繼續係巴西國家隊嘅球員，係咯。是是哦，然後他就不是喎，佢咧就咧攞咗西班牙國籍喎。皇馬表示非常之欣喜，因為咧平啲，唔係因為空翻一個外國嘅會籍嚟，爭好撚遠。佢哋話原來好緊要嘅咁樣。見到見到。喂，火哥，聽唔聽到？但係我哋聽唔聽到你啊？我話咗。我哋未聽到你嘅。你跟跟，你跟跟。Hello， 冇啊，佢有啊，火哥，麻烦你讲嘢啊。唔系啊，佢冇讲，你见到个圈圈圈唔着就冇噶啦。听到啊，听到啦，唉，点点点，系 Michael 辛苦你啊，咁样听到啦，咁样，哎，咁样我又见到你个画面喎，咦，你仲系着住件丝囊喎，啱啱着啫，紧要啊，气势如虹喎，气势如虹啊。氣勢如虹，等我下次巴塞贏波攞翻條巴塞頸巾，要㗎，要買件波衫啊要，買件波衫啊要，買件波衫啦，過咗，我贏一次買一件都800多咁樣都，誒唔好講咁多，唔係唔好講咁，冇所謂啊，唔好講咁撚多廢話，場國家打比贏到就買，十二鐘，買啦，十二鐘，唔係我又唔係真係好中意件 Spotify。始終都有有興趣有冇印度聽眾啊？我真係從來都冇聽過你有印度聽眾，有冇印度聽眾啊？不過我見印度嗰件咧，好似係冇印 Spotify 嘅 logo， 好撚吸引，好吸引到想要咁樣。係啊，咁就呢、這個喂車仔輸緊波喎，火哥輸緊1-0。佢唔係，而且佢唔係輸下喎，佢係堅輸嘅喎。即係佢而家並冇上風喎，就算輸緊1-0都睇下啲統計數據。作客環境啦，始終都克羅地亞嘛，係咪先啦？始終作客環境啦。唔係，因為我哋講緊嗰個轉會最終章。係。終於咧，呢個咧轉會窗就上個禮拜就閂咗啦。咁啊，塵埃落定，咁啊叫做即係點講啊？即係理論上嘅走唔到嘅就走唔到噶啦，係咪先啊 ？C 朗啦，因為我哋最關心嘅當然就係我哋最愛嘅 Team Wilber，C 朗拿度流量密碼係咪先啊？喂，咁 C 朗拿度咁又要留隊噶啦喎，霍哥點睇先？講過話冇所謂，如果我禮拜講都得㗎，冇嘢。唔係，我梗係冇所謂啦。佢有冇所謂？佢冇所謂。斯朗拿度有冇所謂啊？嘛，斯朗拿度有冇所謂？我覺得佢而家都冇，唔係佢應該明白到一個事實㗎啦。應該係咩啊？冇人想要佢啊！唔係，我都係嗰句，佢唔係有冇人想要佢嘅問題，而係就算想要你，佢望見你份人工就冇胃口啦。係啊！因為其實。應該之後都已經有人講翻究竟 C 朗點解走唔到？其實我一直都講，屌緊係文明，喂點解我仲未出到我個畫面嘅？我仲未俾人睇到我耀武揚威位咯。你出咗啦？唔係啊，佢整緊。喂，因為 C 朗個經理人文迪斯嘅問題啦。即係係咪真係完成佢問題就另計，但係我咧文迪斯有冇問題？一定有問題。我就入鳩曬佢數㗎啦，入佢數就講撚緊㗎啦，見唔見得？耀武揚威下先。係啊，咪就仲削緊啦，你知唔知啊？琴日有張喺度，係咯。跟住嗱，俾個俾只你睇下。斯朗拿度 ，Ron 拿度啊，睇唔睇到啊 ？C 七拿度啊，做俾我哋睇啊 ！C 七啊，你知唔知道？唔係真愛，真愛，冇錯，真愛係啦。咁點解話文迪斯廢閪？你咪有人話我大聲，我 Michael 你幫我教教佢喎。咁啊，文迪斯嘅問題就係咩咧？文迪斯今個夏天嗰個轉會操作咧，就係、是、佢想咧幫 C 羅穩住好人家之餘咧，就喺嗰隊波裡面物色一個可以嗌到高價轉會費嘅。咁於是乎咧。
就可以利用呢、這個C 朗嗰個高薪啊，就去做籌碼。即係譬如打波利啦，打波利就有個 so call 叫做值錢嘅，叫做 Osimhen 啦，我唔撚知係咪咁譯啊 ？Osimhen 嘅物體咧，你係前鋒，咁啊，拿波利嗌1億嘅。咁於是乎咧，就有個講法咧，就係話咧，曼聯咧就願意咧借 C 朗過一年。嗯。咁咧，然之後咧，曼聯就出翻 C 朗份人工。係。咁 C 朗份人工講咗2000多噶嘛？係啊。咁於是乎咧，你咪攞嚟做籌碼咯，攞嚟做籌碼咯。嗱，就譬如嗰、那個嗰邊嗌1億，嗱我呢邊出咗2500。最少都出2500，你俾個市浪你，咁你嗰邊嗰個人就唔嗌1億得唔得先？嗌少啲，嗌少啲，嗌平啲咁樣樣。咁樣就嚟一個換，就用呢啲咁嘅諗屌方法。咁呢個就當然係去到後期嘅殺手鐧啦。譬如就算之前話佢傾車路士嗰啲咁樣。會唔會甚至乎已經傾到免轉會，就淨係嗰邊出人工？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嗰邊就可能出2000多萬咁樣啦，一年咁樣，或者唔係2000多萬一年，即總之出嚟嘅，咁咪人工咁諸如類似。一係咧就用一個高價轉會咧，就嚟一個做個 train， 做個 train 咁樣。邊撚個屌你啫？邊撚個會屌你啫？你問下佢啫。嗯。我繼續講緊，係咪先？係啊。同埋啲教練又唔中意咧 ，Sporting 教練又全個唔中意，又車路士教練一定唔中意啦。杜曹講到明話唔想嚟。唔係，但係我想講，我堅想講嘅就係啲教練話唔中意嘅原因，就係因為譬如我已經 set 好對波啦，我對波 set 好曬啦，即係你唔好理我 set 得好唔好，即係譬如好似車路士咁，我唔見你 set 得好啦，你亦都冇正前鋒啦，係咪？即係啲中後場都仲係有啲問題啦，但我覺得好少問題，我覺得唔係處理唔到嘅問題嚟嘅。咁、但係你畢竟真係冇正錢啊嘛，我俾個 C 朗你，即係我買個 C 朗俾你。關鍵係咩咧？你如果係50000磅周薪，你睇佢要唔要？係啊、哦，我諗三球二隊爭撚住要，未必要。唔好話蝕停啦，咩啊？未必要，未必要，即係。你要做大佬啊嘛，我话唔到事喎，我系教练。好啦，咁有另一个问题啦，再放低个身段啦。今时今日嘅 C 罗系曼联都系踢后备啦。嗯，如果我话俾你听，我翻士普廷养老嘅，我真系过嚟。咁啊，可能。总之，我踢多两季，我收山噶啦。你中意点就点啦。但唔熟 Sporting 啦，睇即系睇下，唔知佢个教练可唔可以镇得住啊？未必震得住。到最後係講 C 朗放唔放低身段嘅問題啫嘛，係啊，事實。哇，好啦，咁而家我哋既定咗，我哋假定咗一樣嘢先，就係喺未刪轉會窗之前 ，C 朗唔肯放低身段，嗯，所以處處碰壁。咁呢個除咗 C 朗本身有問題之外，文迪斯一定有問題噶嘛，因為佢應該作為一個喺球壇咁撚耐嘅 agent， 佢應該。關係上面或者佢自己審時度勢方面，佢應該做得好啲噶嘛？而家個結果就係、是、C 朗除咗保得住份人工，佢喺曼聯咪又係做後備，係啊，佢咪又係入波嘅時候企起身拍手掌。屌，如果佢出份低啲嘅人工，去邊撚度企喺後備拍手掌都一定有人要啦。只要佢肯坐喺後備席，人哋入波就耶，企身拍手掌。睇啲嘅人工系咪先？边个唔要啊 ？C 朗拿到喎，大佬，你个球会历史上面曾经有 C 朗拿到呢个人，佢、都系一件事啦，系咪先？即系拎得出嚟讲先啦、啊，你唔好讲纯实际作用先，实际作用就系 C 朗啱啱咁对阿仙奴出波之后踢到发脾气，点解我系都入唔到波？即系佢发脾气嘅原因就系、是，屌你老味！呢个又话入波，嗰个又话入波，呢个又话助攻，嗰个又话助攻，我咧，系佢嬲系嬲呢啲啫嘛，埋低咗大哥。嗱，所以咧，我买呢件波，波衫有原因嘅。一咧，我买亲曼联波衫咧，嗰个球员咧都唔系话咁即系走落去嘅，
日子咧都唔係咁易嘅。點撚樣啊？而我估算咧，大哥喺未來呢一季咧都係論盡㗎。即係主要都係喺後備席睇波嘅。咩啊？係啦，咁但係咧，我嘅操作方法咧就係負負得正。點樣為之負負得正咧？嗱，想當年我買奧運，我第一件真真正正印 number 印名嘅就係奧運。奧運，我咧。我咧期望奥运咧都有翻座位，我期望奥运有翻座位嘅上当年，结果都落得一个三胜加六嘅下场啦，系咪？跟住另外咧前季咧我又买咗云迪比同埋呢个卡云迪，卡云迪仲系七号嘅时候嘅卡云迪，我未着过嘅嗰两件我未着过嘅，咁结果咧卡云迪而家都走咗啦，云迪比咧到而家都未出出。有出過的，後尾有出過的，那就大撚鑊啦。那所以呢，我的操作方法就是我之前看好的球員，結果他慢慢踢得不好嘛。我這次調撚翻轉，我就看識你大哥今季不撚波好的，我就買來跟你扯一扯他，看看可不可以來個負負得正。好，看看是得不得的。我覺得就不行。萬一不得都不要緊啊，但萬一都不要緊啊。因为他照计，大家看他下今季都是坎坷的啦，系啊系啊，坎坷嘅大哥噶啦，即系打气大，做打气大哥噶啦，系咪？系啊。咁我又买翻件，哎，我都人生原来都未买过一件斯朗拿度七号曼联波衫，系咁你都咁啦，我咪叫做留个念又好，珍藏下又好，乜都好啦，系咪先？都即系总算系喺即系喺个历史上面会留低一笔噶，系咪先？系咁，我而家就试下睇下可唔可以逆向操作，唔系因为我唔买波衫嘅逆向度，咁我买出都系唔老礼噶嘛，我就试下睇下系咪可以负负得正。物队咧，嗱，其实我有谂过嘅，我有谂过咧，就不如用我嘅灯力咧去灯死物界硬。但是我又判住另一个态度，这个就是老板教的，即是黄杨达教的。黄杨达就说，挑你们你们有运又不要拿来走去赌打麻将啊，买十蚊二十蚊马那些，这样浪费了运。同样道理，若然我真的有灯力，我真的不要浪费在物界我身上，不要浪费了。即反正都死了。反正他都是的了，照計都都應該天有即天有眼噶嘛，照計個教練睇到教練肯係咯，肯俾佢坐後邊。咁我留翻啲燈力就燈力擺喺啲個世界為呢個世界可以幸福嘅地方，為這世界獻上美好祝福。拯救下地球咯，過翻過嚟。咦，你老婆想买物队有冇杂志？屌，你问咗租号先啦，你问咗租号唔够数先至翻嚟谂噶啦。屌，买几百蚊波衫都话要杂志，讲笑讲笑，唔系讲笑讲笑。我明阿嫂嘅谂法嘅，我明嘅。唔系你问咗租号先啦，尾数搵我啊。唉，有咁所谓嘅屌。不过我觉得物队真系唔好浪费喺物队身上，即系物佳啊，真系。得噶啦，佢我陣間你哋睇咧，陣間你哋睇飯店上 TV 啊，阿和仔大力鞭撻佢噶啦，咁樣咁啊，我亦都講咗我睇法噶啦，關於文佳啊，我哋陣間留翻先講。係咁，除咗C朗，你哋仲關注啲咩咧？呢個轉會窗，我哋關注啲乜嘢？唉，多咯。我頭先聽到人嚟講咩巴西籍乜乜鬼嘅，講緊邊隊同埋邊個人。都是啊，邊個啦？迪亞高哥斯達啦，係啊，哥斯達。哦，迪亞高哥斯達。狼隊係咯，要佢啊嘛。係未簽到工作證咁咯。係啊，但係未簽工作。係。好慘啊！唔係你繼續，話佢啊，話佢啊，嗰個阿二嗰個咁嘅簽證嗰個分數唔夠高啊，踢埋曬廢閪隊啊，所以咧嗰個咧評分好低啊，又唔踢國家隊啊，咁樣啊。冇得俾佢踢國家隊係啊。係咯，咁樣，唉，慘啊！而家咁樣講嘢咁啊，但我真係想講，即係咁樣論資排配法咁樣咁衰噶。你因為脱咗歐啊嘛，以前喺歐盟嘅時候應該就唔使。
搞呢啲嘢嘅，唔係都要工作證都係難簽噶啦，英國不嬲都難揾簽噶啦。同埋屌以迪亞高哥斯達應該唔撚使講入唔入國家隊嗰啲嘢啦，照計。不過可能唔知啊，唔知乜撚嘢規矩，有時鳩蛋啦。迪亞高哥斯達都係嚟襯嘅啫，屌你老尾，倫敦冇正前鋒啊，因為係啊，唔係佢啱啱個正前鋒即係喺史特加買咗咩？兩米的高的射手卡拉迪治傷 Q 了，要起碼休三四個月這樣咯。哦，這樣屌，這個你知不知道，這個卡拉迪治曼聯有全過買。哇，好彩喎，因為運氣喎，真係點簽啊，運氣啊，曼聯有全過買啊，屌你了，比斯特加臨尾都決定放給你，那段是有古怪啊，有古怪，有傷，不是說傷就唔係講傷就唔夠普巴勁啦、啊。喂，普巴真係大人物喎、啊。普巴真係，如果你最尾真係，唔係即係雖然夠咧，雖然咧言之尚早嘅。係。係。閪精法國佬係應該有報應嘅。佢做咗啲乜嘢啫？乜嘢做咗啲乜嘢啊？佢即係我，因為佢好似話啱啱做咗手術啊嘛。佢而家去做手術。係。他現在決定去做手術，因為他應該就是半月板那些撚屌嘢就有傷，咁去到祖雲達斯一開操就冇耐就傷噶啦，咁跟住就話初就話肚應該係三四個禮拜，諗住就即係俾佢嗰啲普通正正經經嗰啲咁嘅治療啦咁樣，咁點知咧，普巴個撚仔咧就話唔係，應該話祖雲達斯就發覺嗰、那個。康復咧就未如理想，應該即係講緊嚟緊嘅時間咧就好難出到場啦，見到佢。係係。咁於是乎普巴咧就把心一橫，就索性去做手術。屌你咁樣做得手術嚟唔撚使踢啦個世界盃。世界盃都唔踢啦，即係係啊。踢閪咩？咁問題就係咩咧？祖雲達斯戇鳩嘛。啊。祖雲達斯百比半年人工啦，最低消費嘅。係啊，最基本。如果你屌你老尾，祖雲達斯嚇、啊！你以為即係執入到部平一半人工十幾萬歐啫嘛？好似話喺曼聯嗰時成30萬歐噶嘛，廿幾未到30啦。咁跟住就話曼聯又唔撚尊重球員，又呢樣嗰樣。係啊係啊，唔係佢做中心噶嘛？咁跟住佢咧都仲話，又話去祖雲達斯，又即刻又愛回家，又呢樣又嗰樣，又感受到愛，乜乜柒柒，屌你老母，俾半年人工愛啦，你老母，雖然唔係貴，雖然唔係多嗰度，抵撚你死啦，祖雲達斯，屌你老母，閪精撞閪精就咁樣噶啦，唔係結果果然就俾人睇死就係啦。閪精撞閪精係嘛？大法國大把人嘅，法國唔缺人嘅。唔係啊！我想講佢搬月板有事，當然佢唔會搭倫敦啦，佢唔會搭倫敦啦。但係估咗先至有事啦。係啊，即係你走咗離開曼聯，你先有事啊嘛。你去撚到祖雲達斯度，祖雲達斯以為執揾到好出一半人工揾撚到翻，揾撚到你翻嚟過下開過下過下，又唔可以話，即係我又唔可以話開心嘅，即係我又唔可以去到咁黑心。咁但係係咯，屌你老味，即係係症狀係症啊，唯有咁講啦，係咪？即係我又好唔中意，我又好唔中意就啲球員有傷有病，即係我自己就唔中意嘅。即係但係普巴啊嘛，嗰個係法國佬啊嘛，咪咯，我係法國佬啊嘛。哇！而家播緊半場播緊重温。佢入波克羅地亞嗰隊咩薩格納布嗰球啊，慢慢一個咁樣飆前咁入去喎，犀利喎！壓住後面嗰啲咩古魯咩佢古魯的啊，大壽咁樣啊，係啊！唔講我以為我睇緊大壽，唉，又犀利喎！咩啊？即係係勁定唔勁啊？你勁！反即係殺即係殺格納布個前鋒係勁嘅。依球勁咯！係啊！99号啊，都有波斯，真系大捻喎。99号，系啊，系咪即系靓仔嚟？唔系啊，卅岁噶咯，即系只不过系中意用99号啫。几特别啊！好，之前吓、啊、
之前係咪㗎？係咪99號㗎？你哋有冇睇錯㗎？嚇！兩個人都睇錯。99號喎，真係係啊，99號。咁撚犀利，係喎，真係99號喎，係。喂，咁佢其實有機會喎，佢同組 E 組。米蘭啦 ，AC， 人哋贏咗。你唔係即係如果攞到分啦，三分啦，仲有呢個紅牛啊，紅牛隊啦，仲有車路士咁，其實都有機會第二啊咁樣入去喎。係咯，有計啦。好，繼續。哇！屌你最尾睇唔撚到呢個球員啲資料，啲係喎，check個。踢個意甲，唔係踢個二月嘅，我踢嗰啲咩 lead 嚟噶？屌你老尾，去到2016年之後冇咁記錄噶，屌你老尾，打埋又十粒波，但係就踢杯賽嘅，主要喺十粒波打下冇，冇踢聯賽嘅，咁撚奇怪，因為呢個球員古怪喎，99、30歲嘅喎，唔係後生仔嚟嘅喎，係一個神秘嘅足球比賽，嚇咁撚奇怪，係咪？唔係，因為我睇嗰、那個，我睇清咗先，我懷疑資料有錯，冇撚理由㗎。點、你老尾卅歲㗎咯喎，大佬係咪另一個人嚟㗎？你繼續講住先啦。足球係啊，咁樣，唉，我 check 下先。係，唉，咁樣咁誒，轉會啊，咁誒，仲轉會有啲咩轉會講？好多人7個英超嘅舊將去法國尼斯啊。去尼斯係啊，咩艾朗南斯啊，我哋艾朗南斯啊，跟住阿舒米高啊，舒米高係啊，尼斯特城門將舒米高啊，啱啱就巴克利啦、即係俾人解約，車路士解約嘅巴克利就又全部去尼斯啦，都幾特別啦。就原來個教練就係依個魯迅法維爾啊。之前是教蒙多蒙特的德甲多蒙特，係咯。咁唔知點解佢咁中意啲英超舊將啦、但係咧上季咧佢就第5嘅，而家咧就踢咗6場啦，第16。係啊，第16。係啊，食咗7個英超舊將，就係即係嚟降班區一直咁樣咯。即係。越搞越耷咯。16。仲有總結全部轉會就英超就使最多啦，好多人都知啦。就冇辦法啦。係啊，20隊仲使咗成19億嘅英磅。水魚費好高。隊隊都肯使錢，就比意甲啊、法甲啊、西甲加埋都多。頭先喂。岔開少少先，喂，頭先講嗰個球員，嗰個克羅地亞個球員好撚勁嘅喎，原來好勁嘅意思係，好撚勁嘅意思係佢踢嗰啲 lead 咧都唔撚簡單嘅喎，例如有踢過踢過韓國啦，踢過韓國，哇，韓職都俾你踢過，踢過。長春亞太啦，中國哇真係亞太即係中國啦，我唔知佢中超定中甲啊，已經唔撚想撚想談頭腦啊！屌佢到尾唔簡單嘅喎，喂邊度有冇佢條腳毛啊？真係跟住仲有去過一個乜撚嘢地方嚟啊？呢個萊列係乜撚嘢地方嚟㗎？咩啊？德萊咦乜撚嘢地方？萊列。斯洛文尼亞，哦，斯洛文尼亞係嘛？哦，即係都係嗰頭嗰啲啫。哦，斯洛文尼亞嘅一個城市，哦，即係喺即係唔係淨係喺克羅地亞踢波嘅。哇！喺而都好多經歷喎。咪就係咯，哇！喺嗰邊嚟嘅，全部都係好多經歷，好多經歷喎。咁樣跟住頭先你話好勁啊，嗰球。嗰球係啊，好輕鬆啊！大將風範，唔講，我以為睇麥巴比啊，壓住啲壓住啲貴價後衞啊，大佬你啲車路士啲後衞就貴啊嘛都。唉，唔好刺激車路士球衞啊！點解車路士咩一無是啦？都話有奧巴美揚咯，你刺激我，
結果係刺激阿仙奴球迷。都話有個手術咩啊？奧巴美揚係想念住阿仙奴噶。我咪講咯。佢嗰個紋身都係阿仙奴度嗰個紋身嚟㗎，仲喺度㗎。我知，我有睇國立，我有睇國立。佢冇好似屎忽仔身嚟咁。未啫。撚會啊？點改啊？嗰張相成個黑咗咁樣，好似 Photoshop 咁樣黑曬啊！黑晒啊！那個紋身是阿仙奴啊？是啊，他拖住兩個靚仔，佢拖住兩個靚仔出去，好似食神咁樣，話佢有愛心啊咁樣。係啊，行出酋長球場噶，好靚嘅嗰張公仔咁樣。哦，可以新嚟嘅屎忽仔咁樣啊？係咪先啊？屌你咧，改撚咗個紋身啦，變德國隊，變德國隊，仆街你！其實唔使改啊，話自己。那個是很重要的 moment 咁樣記低咪得咯，影相。唔係啊，如果你咁撚介意嘅話，你就唔好紋咁大個啦，你知唔知道啊？你紋多兩個唔使死啊！如果你細只啲，我入邊又係喎，紋撚成個背脊都係做乜撚？又係喎，喂，炸曬成個背脊，黐撚線噶真係。係啊，呢啲係炸噶。係啊，呢啲係炸，呢啲係要炸喎，唔炸邊好睇噶？乜你夠講轉會啦？奧巴美揚啊，奧巴美揚吹仔啦，咁跟住走啲咩啊？奧巴美揚就改投呢個車路士啦，就33歲啦，1200萬磅加埋阿朗素啦。嗰個都幾犀利啊！堅操哦，咁都值錢啊！1200萬磅，喂，而家喂。安東尼成億喎，雖然喂大佬神射手喎，奧巴美揚2000-3000都要啦。之前一路傳緊阿朗素值2000-3000，值500幾600噶，傳噶有咁傳噶，咁樣發達啦，車路士。跟住佢就諗車路士發達，唔係你馬賽發達。白免費的禮物，免費的禮物。你約到我。我搞錯啊！佢係天堂嚟嘅禮物嚟嘅，你知唔知道啊？我知啊，from heaven噶，人哋係佢而家翻heaven啫嘛，翻倫敦啫嘛，有乜問題啫？有啊，佢唔小心去咗第二個heaven啫嘛。唔係，我覺得阿迪達太後生，即係依個，唉，咁你睇唔關阿迪達事啦，好關阿迪達事喎、啊。你睇紀錄片嘅話。唔係，其實基本上，如果我睇紀錄片，我認為就係阿迪達，好、啊、單純阿迪達真鳩佢啫嘛。真係，如果睇紀錄片係阿迪達話佢冇 passion， 同佢隻眼喺佢嘅眼話已經唔係同我哋一齊啦。跟住仲有，當然有啲咩？我想講，屌你到尾你都聽唔明我講乜嘢？個轉會操作唔關阿迪達事噶嘛。佢要求嘅，咁啱啱依度，我哋而家知道邊個啦，而家有紀錄片，我哋知道要揾邊個啦，係啊，即係紀錄片嘅係壞處就係咁啦。即係佢話阿迪達唔撚中意呢個球員，跟住咪同嗰啲搞轉會人講，喂，你都我同我諗撚掂佢啦，咁樣啫，你冇諗過咁撚樣諗掂佢法噶嘛，大佬。喂，你明白？你明白？喂，你不如你不如幫我搞搞佢啊！你幫我搞搞佢啊！佢最近都唔係好聽話咁樣，跟住又轉個頭同你講，我懟冧咗佢。唔係，大都係喂，我諗住搞搞佢係叫你，係咪先？嗰個真係江湖奸殺令嗰個問題啊！我諗住叫你搞搞佢，係諗住叫你出去同佢食餐飯氹下佢噶嘛？屌你老母，一個唔該同我，屌你放撚咗佢，仲要免費啊！仆街，唉。唔係放咗佢都唔係問題，你都咩？你都咩免費嗰下搞撚少噶嘛？唔係啊，免費都唔緊要，其實免費唔緊要。冇得分，真心講，免費係唔緊要。第二年買都冇得分。然之後，就算你阿仙奴出埋嗰貴嘅人工，我覺得都唔緊要嘅，送錢貼走，送個瘟神走唔緊要嘅。但係你傾過，即係你應該都有啲保障自己，唔好咁撚戇鳩嘅時間。即係例如你要有新東家，咁咧新東家如果要換錢，即係如果即係賣走你。有個卡俾你，咁咪有筆轉會費咯。係啊，係啊，嗰筆轉會費我要有得收啦，最低限度。啱啊，即係我要有分成先啦。咁你話我屌你，你而家同我解約喎，有冇留簽過嗰份嘢？咁啊另計喎，即係最終嗰啲操作點樣 check 點樣傾啲 terms 點樣傾就係，好明顯你冇嘛。唔係話佢，我都未聽過。
不得明天冇嘛。跟住人哋又同你講話，咁又係你話放走佢噶嘛？係咪先？跟住我冇話咁放走啊，吳嘉玲。即係我話咁樣放走嘅情況。嗱，跟住有聽眾就話達仔做得好，唔通留佢喺度搞爛對球噃？但係我覺得上季佢好多嘢啦，大家都好多嘢啦，佢又中呢個肺炎啦，跟住有啲紀律問題啦。但係佢唔係一句搞爛對波，即係白踢啊，或者咩好差，個個隊員都其實中意佢，跟住紀錄片入邊都話 fans 都好中意佢。他又入到波，即係你諗下，如果上季有一兩場他入到波嘅話，咁已經入到 top six、top four 啦，已經入到歐冠啦，係咪？咁我覺得係阿迪達係太即係有陣時啲勁人係咁噶嘛，好有性格噶嘛，係咪要可能忍下咧咁樣咧？咁你咁講，曼聯咪要硬食好巴使？系，咁我哋清咗普巴咪戇鳩。如果你照你咁講，唔撚得噶嘛，梗係唔撚得啦。如果個領隊喂真係覺得球員係同自己，嗱你應該咁樣判斷，就係、是、嗰個球員係本身真係點樣講咧？那個判斷就係、是、有啲領隊可能靈慢不靈，佢完全唔撚接受一啲球員嘅獨特個性，然之後咧佢寧願。踢到自己對波閪到，我都唔撚用你嘅，咁就係個領隊有問題。如果個領隊本身係有諗法，如果諗法你唔好話啱定錯先，即係朝住一個比較正面嘅方向。唯獨是有啲球員就係同你講：，喂，我真係唔諗得嘅喎，我唔諗中意咁撚樣嘅喎，甚至乎係即係如果以達仔嘅講法就係、是：，屌呢條友都又俾隊長俾張你，又加人工，因為佢臨走之前加個人工，之前嗰季。續咗張新約，你又做隊長，屌你冇嚟 passion， 你點睇住班勢啊？你唔撚知奧巴馬點應佢喎？即係乜都當然你哋話睇咗我 nothing， 可能你知啦，我就唔知，我冇睇嘅，因為我唔係好撚信呢套嘢嘅其實。咁跟住好啦，然之後佢話冇辦法啦，我寧願用啲咩仔或者我去所謂重建隊球隊啦。然之後你話點解唔留佢？咁我就問咗個問題啦，我話咁多我要留奧巴。唔系，可能即系甚至我嘅意思，可能引到好似 C 朗咁，好似 C 朗咁，即系 C 朗而家叫做乖，即系叫做苏哥乖乖地啦。起码佢都仲起身拍手掌啦，仲系可以操练啊，冇把睇下 Kitty Clan 嘅先啦。呢、這个就系我之前讲过，我唔中意安东尼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真系把粗把听啊，为咗要转会，即系其中一样我唔中意嘅嘢就系呢样。咁嚟到曼联，佢会。係，因為佢而家扭得佢計，咁佢之後會唔會又扭你隊波計咧？又係問題啦。就另一件事，喂，即係你話佢，尤其你仲要話，如果呢個球員啲隊友又中意佢，啲球迷又中意佢，咁我就會諗，你要撚一下擺撚仲明逼供啦喺度，你就見球員有。球員又撐你，球迷又撐你，你而家唔係逼鳩我工啊，你即係趕鳩走我啦。咁樣講，咁咪想當年，咁你咪同想當年曼聯講咗摩連奴一撚樣，曼聯啲人。嗯。然之後你睇下嗰班人，除咗仲有僅餘嘅，應該得翻馬斯係一個仲可以留喺度之外，但係馬斯我唔知算唔算啦，全部冇曬啦。嗯。係咪先？唔係我如果除非你去到麥巴比，你老母你本身就已經老闆，你已經就係有股份就另計啫。唔係咁嗱，我如果轉讓啲股份，我同曼聯比較就會用奧巴美揚同 C 朗咯，即係咯。唔係咁你有冇一個佐證就係話其實奧巴美揚肯聽阿達仔講，唉、哎，算啦，我點樣點樣點，冇啊嘛，冇啊，喂，拿卡最終都要走啦，拿卡石迪最終都要走啦，根本阿迪達已經有個盤算就係呢啲舊神係會清走嘅，爭在未清加列薩卡嘅啫嘛，而家係咪先？除咗加列薩卡仲留喺度之外，都清曬啦，仲留到邊個喺度？冇喎，冇嘅咯，舊嗰啲係咪先？即係你可以唔欣賞係咯，你可以話用唔欣賞呢個字眼咯，唔欣賞佢嘅做法。咦？但係唔慶祝嘅，唔慶祝嘅，唔係1-1喎。因為咁噶。
唔係一比一咩？唔係啊，唔慶祝嘅。希棉喎，啊奧巴美揚，我哋就係講奧巴美揚啦。即係越位啦，即係越位啦，應該越位。哦，全第一球嗰陣越咗位，越得唔得？都越得明顯嘅，即係唔使睇 VR 嗰啲嚟嘅。係，繼續。冇啊！我講完啦。好難啊！呢樣嘢，好難，我真係想講，好難。十幾球點都得㗎。唔係即係話唔係，總之就係話即係話佢，即係你只能夠口講就係話佢走係必然，即係如果係我睇，佢走係都捱埋上季咯。佢走係真係必然，冇計，冇計，因為但係唔使搞到半季就反面，人哋都冇同你反面。唔係啊，咁但係即係因為睇紀錄片會代入自己，如果我係達仔，我會點做咧？咁樣好多時睇電影，但係因為我哋冇辦法理解就係究竟佢哋反面反到咩地步。我就覺得佢哋係反面啦，首先。我唔知你點睇，我覺得佢哋一定係反面，反面反得好撚明顯。即係如果睇嗰條片啊，睇條片，你真係冇見冇個喎，冇一個 shot 見到佢攬頭攬頸啊，好 friend 啊，跟住然後又贏波啊，又點樣？其實佢係有捕捉噶嗰套嘢裏面，佢有捕捉好撚多佢啲奧巴梅喺隔離閪面拍手嗰啲畫面噶。佢有捕捉噶，即係佢當然佢有啲頭一兩集有少少口啊，咁樣開心。documentary 嘅處理啦，我認為係咁樣。但係即係我覺得係好容易預想咯，佢會走係。但係佢冇罷粗啊嘛，冇罷出賽啊嘛，依啲一定冇啦，係咪先？都係。咁你即係都係嗰句啦，你用佢一兩場，佢入一兩球，已經個結局已經唔同咯喎。即係咁你 keep 佢半季，你咪好似 C 朗或者阿麥佳亞咁樣擺佢喺後備席咯，咁樣有用嗰時咪整出嚟。唔係咁，但係你呢個係你嘅後見之明。唔係即係點講咧？呢個係你嘅專心歐聯廣泛，即係因為歐聯好大啦，咁樣咁。但係問題係喺嗰個場面嘅時候，佢唔知最後係爭幾多分噶嘛？其實你好難咁計噶喎。同埋佢後嗰半季是入不到波的嘛，即是長期入不到波的嘛，因為你沒有個中鋒嘛，他就很困難。還有阿迪達其實都是，即是講回對曼聯那裡是用曼城那套咯，這樣就，怎樣用曼城那套，即是來者不拒，去者不留，不是，即是他的踢法啊。踢法就係即係控球在腳啊，都係嗰啲啊，咁樣就會即係輸就輸反擊啊，即係好多人都話係曼城都成日輸依啲波咯，防守反擊啊咁樣咯。我嗰日睇我就覺得其實佢壓住嗰一段，我覺得壓得幾好嘅，但係問題就係、是感覺上我覺得，即其實只不過係夾硬壓咯，夾硬壓咯，而好多浪射啦，你都見到啦，咁樣嗰場波都即係好多球，但係就即係中籠嘅唔算好多啦，咁樣跟住然後雖然真係有一段時間，即係我都覺得幾有氣勢㗎，其實我覺得，但係即係喺而家，我好難唔覺得就係、是、即係咯，佢就係淨係有氣勢咯。即係如果俾我睇，我就會覺得係咯，佢哋就係食住個氣勢，就係打而家呢一道氣咯。跟然後打完呢一道氣之後，咁跟然後一俾人一打斷咧，就完全唔識反應啦。即係因為其實曼聯最撚勁就係呢度啫嘛，就係俾你壓撚埋，仲要壓埋入咗嗰一球喎，一比一嗰球喎，壓落去入嗰一球喎，氣勢真係好好嘅喎。啊！但係曼聯又真係嗰個，我覺得個應對成功咯，個應對都成功咯，就係咁都要繼續打噶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唔俾你壓到咯，即係睇得出自己有機會咯，個感覺係咁樣，咁跟住然後就當然有少少即係當然有少少阿仙奴嘅防守即係出咗好大嘅問題啦，我覺得咁，但係即係第一球啊有問題啦，第一球新增高。即係本來新增高對住 Anthony 噶嘛，係佢一冇俾你逼死就完啦，其實佢一冇俾你逼死就已經完了。你都唔睇佢去翻中間咁樣，係啦，咁我覺得
即我哋都講咗，我成日都講係新增高防守有問題啦，跟住阿仙奴要防中啦，係咪？即一開始都講噶啦，咁結果係冇買防中啦。跟住阿 Party 又傷咗啦，咁啊就大大鑊咯。而家你都要講埋就係、是，哦，咁你擔心 Party 係強筋翻好啲，係咯？即我諗嗰啲地方，我覺得重大。咁係咯，佢咁都轉會窗唔買人都搞笑，唔買房裝都搞笑。代表你買到噶嘛？咁啊係，咁買啊實買到嘅。就算係咁講，佢已經係洗破紀錄嘅錢啦。啱啱，如果你知道係咪先啦？即係阿仙奴有資嘅，都算係使最多錢㗎啦。呢段時間咁樣，咁第二多啊，唔係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喺呢一秒就我覺得達仔命不該絕啦。咁樣即係佢仲有啲時間俾佢證明自己啦。呢個嘅黐撚線輸咗一場波啫，大佬。唔係啊，我係講緊係話。即係點講啊？即係經過咗頭先你講嗰啲換血啊嗰啲嘢，即係佢仲需要有啲時間。唔係啊，你買咁撚多人嘅話，你買咁撚多人嘅話，佢唔再買房中啊！即係我話講緊，佢係有好多時間去 prove 自己點解我可以唔再買房中嘛？我講緊係點都會唔係啊！你冬季我真心講，我真心講，你再買房中咧。你出唔撚曬啲人咧，你就論盡噶啦。即係你而家只不過傷咗兩個啫嘛，唔係即係唔係話只不過，因為你咁啱定選同埋其實唔大機會會出場嘅都傷咗啫嘛。即係盧光加本身就唔大機會中嘅唔大機會，跟住埃及仔就係唔大機會會出場。後備正常嘅 party 就踢曬，正常根本就 party 就係踢曬嘅。佢只不過係唔覺意。傷咗，跟住埃及仔都唔覺意傷埋，咁跟住要搞到出盧光加。喂，我陣間曼聯 Fan TV 我有輕輕講呢場，但我而家講緊咗先。其實我覺得達仔呢場波嚴格嚟講係冇做錯嘅。嚴格嚟講係冇做錯，即係成王敗寇就冇撚得講咁解嘅。因為達仔係睇中曼聯嘅弱點嚟打嘅，曼聯係佢完全係睇中咗曼聯弱點嘅。曼聯嘅弱點就係中後場係真係弱嘅。即其實你係有權撳撚住佢個中後場嚟磨撚到佢死嘅，其實。咁係咪應該派多個前鋒咧？即係應該派多個前鋒啊！即係阿 Life 嗰陣時都講過，應該尼基迪亞應該出噶嘛。佢上季臨尾嗰七場入五球啊嘛。誒咁樣係啦，咁係咪應該踢個3-5-2咧？因為米蘭打比不論 AC 同埋 Intel 都係踢3-5-2。咁我哋其實都可以踢3-5-2啫，你哋又唔係即係咁。咁你呢啲係你應該咁樣講，你可以話有呢個設想，或者你有呢個睇法，即係話啊，我覺得可以咁樣踢，得嘅，梗係可以咁樣講啊。即係正如曼聯一樣可以噶，即係我哋都成日攞個曼聯啲陣嚟砌嚟砌去啦，我哋自己講。咁但係我哋即係如果以賽。踢緊嘅時候睇又好，賽後評又好，我嘅睇法同你嘅睇法有分別嘅地方，就是、因為你係輸波嗰隊，我係贏波嗰隊，好撚簡單嘅啫。而我話俾你聽就係、是，其實我驚撚過你踢緊1-1嘅時候，一比一嘅時候我驚撚過你。只不過嗰球2-1咁撚啱得咁撚巧，搬奴嗰下就真係俾佢轉到身。當然睇得靚啦，即係喺自己後場俾佢嘅時候。若果以班奴呢季幾嘅表現，佢個球有權唔知俾撚咗去邊啦，即係或者俾人截撚咗啦。真心講，然後你望翻個球場嘅時候，你就發現個波都喺翻曼聯後半場㗎咋，那個波依然喺翻曼聯後半場，依然撳撚住你班人嚟踢㗎咋。即係就要搞到麥當文尼又唔知做多幾多次摔跤，跟住就兩黃一紅就出場㗎啦。即係個分野就係、是、你覺得佢唔早啲出邊個？佢點解中場咁樣出？點解唔打三個中場？因為你輸咗波嘛。係啊係。咁你於是乎你就會有好多諗法，就係、是、啊，如果咁樣出，咁咪冇事咯。我點不嬲都想俾多啲機會啊，尼基迪亞嘅，俾多啲機會年青人嘅。即係正如。繼續 ，sorry。我哋都話點解要繼續，點解要成日出麥加亞啫？輸咗咁多場，賴咗咁多次出麥加亞，咁而家咪唔出咯，咁咪4-0咯。咁真係贏。即係有少嘢，有少嘢。
看結果，就如果用個結果去推論翻之前究竟應該係點點點點點點，咁佢一日冇發生過我都唔撚知㗎。嗯，佢一日冇發生過我都唔撚知㗎。但係在於另一邊立場嘅我就話俾你聽，我覺得達仔咁樣賭係有佢嘅根強嘅。嗯，因為佢真係睇中咗曼聯中場，其實真係弱緊呢三條友，即係如果喺防守嚟計。哦。即是中曼聯三個中場防守是弱的，然後其實兩隻閘根本都是被你阿仙奴撳住奸的啦。我覺得唔係，即係我覺得好明顯，我覺得好明顯咯。至少就係、是、你見佢咧，其實除咗龍門嗰個位置之外咧，好少可以在前面攞得翻個波嘅，真係。佢根本就冇試過咁就係、是。佢大部分時間都係一係就人哋踢咗波出界，一係就龍門接實，跟然後就攞翻個波。佢係全部都攞翻波嘅，根本係。我有另一個講法，如果達仔追翻一比一，佢唔好咁撚急，佢諗住攤多十分鐘睇定啲先至喐咧。佢冇咁撚快就投放咁撚多進攻資源落去咧，咁啊可能未必失嘅第二格。咁但係呢啲我哋已經冇得推算落去噶啦嘛，因為佢件事已經發生咗啦嘛。咁但係，唔係你可以針對達仔一啲舉措，覺得佢啊可以唔係咁做，可以唔係咁做。但我就話翻俾你聽，用另一個立場就是、曼聯球迷角度，我話俾你聽，一比一之後我驚撚過你嘅，其實係啊，我驚撚過你嘅，真係真心講嘅呢句。唔係，但係曼聯主場我真係我 live 嗰陣時都講啦，和波已經好開心，跟住阿太子啊成日想贏波。我話作為阿仙奴，你喺曼聯主場可以和波已經，哇！即係安利吉大啊！真係講真，即係呢啲係有情緒嘅回應啦，係啊。唔係，所以就係唔同球迷嘅立場唔同咯，睇嘅角度或者投入嗰個心情唔同咯。咁冇得講嘅，咁你而家嚟到我鳩屎又好乜都好啦。我只不過就係話俾你聽，我喺抽空。或者總之我以不是一個阿仙奴球迷的立場看，我覺得這隊阿仙奴是有作為的，未必是今季有收成或者大收成，未必今季就有，但是這隊是有作為的，那就是啊，給點信心啊，給點信心，給時間，不要這麼快，不要這麼快就，我OK的，沒有啊，不嬲很humble，不嬲都是，都說沒什麼可能，即係只不過對弱隊咁樣先有嘅，我都係咁講嘅，不嬲都係。所以唔好咁搶搶口。咁我另一個，我又講多一樣嘢，關於對弱隊贏波呢樣嘢。碧色得六隊嘅啫，即係如果你計碧色，好啦，射所謂嗰啲咁嘅mini 啲踢極都係對十場，踢極都係對十場，即係你對住另外五隊嘛，咁咪踢十場咯，係咪？好啦，當你。失曬三十分，係咪先？你諗下喎，你跟住仲有對住另外嗰十三隊喎，十四隊踢28場波，你贏夠曬嘅話，你好撚高分啦已經。唔係你咪照。然之後喺呢、這個，然之後喺呢邊呢度十三隊，只要你唔喺邊呢度全診。你有分執，你要揀翻自己啊！十唔係咁，但係你自己個隊係逼色成噶嘛，揀五隊啫嘛，係咯，咁咪十四隊咯。啊，你對十四隊咯，你唔係你對十九，你係你另外嗰十九隊波啊嘛。你自己阿仙奴，你唔計自己唔係逼色色噶嘛？係啊，咁你咪對咗五隊逼色之後，就再另外你韋斯咸喺你世界韋斯咸咪逼色成十九隊咯，係咪？繼續十九，跟住你對十四隊贏踢廿八場。即係廿八場，八三廿四，三二六，六三二六分噶啦。咁屌你老尾，你逼息嗰度，你嗰十場裡面執到啲分，你隨時過90分，你屌你冠軍嚟啦，大佬。係啊，專門對弱隊贏波，仲覺得係一件羞恥嘅事咁。冇話羞恥啊！即係唔係真係實力咁高咁解啫？邊會收錢？唔會收錢，贏啊贏！哇！如果我話俾你聽，我啊，假如我對曼聯啊，我淨係對住其他個五隊逼色係難踢，然之後對住其餘嗰十四隊係話贏就贏，我都不知幾多開心。哦，係啊，呢個真
肯定。我不知几捻开心，屌你咁样个做啊皇冠噶啦，我觉得应该有权。咁又冇乜可能，你84分我话，咁啊唔系啦，你知曼城、利物浦嗰啲啊100分、99分噶嘛。每日曼联对上嗰季攞亚军咪就系80几分到啦，唔系80几添，咪70几分嘅啫嘛，系咩？70几分就攞亚军。唔系啊，我当你唔系睇冠军啦，我当你系睇都系噶啦，头四噶啦。唔系啊，我当你系睇头四啊，系睇头四。因为俾佢两个抢咗咁捻多分咧，70几分够你攞第三、第四噶啦。系啊，你啱，你啱。咁你仲想点啊？你仲想点啊？冇想点啊？系咪先？如果真的这样好好啊，投四，我目标不嬲话投四噶。咁咪咯，咁所以千祈唔好觉得，我净系识得赢弱队，我就系想佢净系识得赢弱队，唔系赢专门赢，唔系逼识嗰啲队，赢咗先，对住逼识嗰啲硬嘢就冇办法啦，即系赢攞到几多分就攞几多分，赢咗就博取，系咪先啊？几好啊？最好嗰啲中下游嗰啲咩白禮頓啊、水晶宮啊、賓福特，即今年賓福特勁啊嘛，就專門就同我硬困曼城啊、利物浦啊、車路士啊，熱刺同佢哋硬困，就睇消個曼聯。咁我曼聯就贏你，我都唔知幾開心。冇啊，但係我都成日都講㗎啦，就係呢個咁樣嘅。如果係其實決定聯賽好多時唔係喺嗰場雙紅會啊，好多場唔係喺嗰場曼市打比啊嗰啲地方發生㗎嘛，係你對撚住嗰啲羅域治啊，對撚住嗰啲白禮頓啊嗰啲咁樣嘅波嘅時候，你係咪可以好穩陣咁樣攞到嗰三分啊嘛？或者譬如我哋覺得點解曼城係咁撚強嘅隊？屌你老味，曼城一隊落少少嗰啲隊你都唔撚睇㗎啦，好似贏硬咁撚樣嘅，雖然佢係蠢咗啦，啱咁樣。咁但系即系强队就系咁样咯，我觉得。同埋另一样嘢就系嗰个所谓失分空间，即系嗰个所谓失分空间系边度支出嚟啫嘛？如果你有队波好捻劲嘅，即系对亲大队强队，话即系都有得困嘅。咁跟住你支出嚟嗰啲失分空间就系对住啲好弱嘅球队，咁你就会谂啦，我不如出啲副选练下兵，咁喺嗰度就。做失分空間不出奇，但正常情況是不能會這樣操作的嘛。正常情況的失分空間是，屌你老尾，我又要踢歐洲賽，我又等下個禮拜我要對曼城，那我怎麼辦？那我怎麼辦？屌你老尾，那我那些失分，那些我之前在哪裡賺回一些分回來，當然對那些中下游盡賺你啦，大佬，是不是？即是，不過不過而家好難，我覺得喺英超好。係啊，隊隊都勁啊，嚇！隊隊都使錢，好狂啊！真係好似真係搞到而家好似真係冇連曼城都唔穩啊！唔係啊，即係佢哋嗰啲，唔係啊，同埋你冇得捉路，即係冇得捉路嘅意思就係咩咧？佢可以作客一隊波，主場贏一隊波。即係講緊啲中下游嗰啲啊，已經一班主場係睇緊到龍飛鳳舞咁樣樣，哇！我屌你大，你明明上個禮拜作客俾到俾屎咁樣樣嘅嘛？我哋玩英超經理人啊，知啊，英超經理人啊，真係食好多啦！呢啲真係係啊，上場十幾分，咁今場係兩分咁樣。同埋佢真係硬啊嘛！佢唔係流，佢硬起上嚟真係好撚硬喎。佢流呢啲上嚟又真係好撚流嘅喎，可以覆佢就街嗰啲咁嘅中下游啲隊，即係麻撚煩嘅喎。一齊揀波踢。車路士，我而家終於開你睇下，邊隊係車路士啊？其實咩嘢啊？白色係車路士啊？白色係車路士啊？咪有進攻喎、啊？白色球嚟球去，斯耶士換走咗奧巴美揚啊！68分鐘踢撚到亂撚曬，換走咗奧巴美揚，入啊保贊啊，應該係。屌揾一球近啲啦，保贊嚟嘅，係喎，冇理由咁樣高大。68分鐘踢撚到一撇屎咁樣，保贊用多啲啦，保贊啱啱就續咗新約啦，屌，用多啲啦，保贊。唉，真係難搞，難搞。唔難搞，唔係車路士，我覺得係應該冇拜神嘅啫，拜一拜神就 OK。
个结果系，结果原来唔记得拜神。帮衬热血时报啦，帮你拜神。系啊，我哋等我哋搞，系咪先啊？咁样专业拜神，系咪先啊？咁样，咁样难搞啊！咁样，咁就呢、這个咁样嘅英超真系好难搞，英超真系好睇咯，所以咪好睇咯。英超真系好难搞。万智把握到呢个机会啦，系咪噶？系啊。唉，太够样。唉咁样样抽咗个波，咁样快真系，唉真系难搞难搞难搞。好啦，唔系个九啊九号换咗出嚟啦，屌我想睇下个九啊九号喎。咩啊？换咗出嚟咯，你即系嗰个唔系个仲喺度，又踢过，又踢过，又踢过 K League， 又踢过中超嗰个啊嘛。有啊，喺度啱啱射咗球波，系啱啱射咗波。唉，快到我啦，咁样咁我可以讲下我对巴塞啦，咁样。哎呀，你老尾真系高。我唔系喎，呢个系夏维斯嚟嘅，唔系曼联嘅，晒紧佢啦个波。你老尾真系，你老尾真系高兴。赢咗西维尔啊！假假地，人哋都系西维尔咧，大佬。欧霸杯霸主啊！西维尔杯，西维尔杯嘅主人，西维尔大佬，几捻高兴，你知唔知道？真系，唉，真系开心。每一日睇住，每一日睇住利云道夫斯基，都系会觉得就系、是，唉，之前咁辛苦为乜？唔系，但系其实真系个感受到嗰、那个点讲啊？点讲啊？即系质素啊！系真系差好捻远咯。你又可以，即系你喺度睇，你就会觉得奥巴梅扬走系一定去到系。即系你如果你坐喺场边，你场场就系睇住条咁嘅友仔，跟住然后喺度踢波。跟住你喺度諗下自己，俾你會走啊！後備席好多人嘅喎，阿迪比都未走，我走點解啊？屌個老尾，俾你就要走啦！唔係就係爭正選位啫嘛，你真係冇得爭對住佢，所有嘢爭太遠啦！我都係想講，奧巴美揚即係 finishing， 我認為 finishing 嘅能力真係好高。但係即係除咗 finishing 嘅能力之外，我差唔係夠膽講，大佬。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佢會覺得，唉，都爭唔撚到嗰個正選位啦，咁樣都快走啦，咁樣。唉，我只能夠講深表同情，深表同情。我係理解嘅，我係理解嘅。我理解咁樣，咁啊，跟住然後咁啊，個個都踢得好啦，咁啊，跟住然後又係呢個咁樣嘅，使用咗擅長嘅呢、这個，使用咗呢個擅長嘅沙維戰術啦，咁樣咁就呢個咧就咧捧啊靚仔捧撚到飛天啦，阿加維啊咁樣捧啊靚仔捧撚到飛天啦，因為咧因為好撚現實嘅，因為靚仔未續約。你真係未續約，哇！屌你老尾講撚到，講撚到幾撚大啊！完咗場之後，跟住係撚咁喺度講話，哇！真係夢幻一般嘅表現啊，夢幻一般嘅表現啊，踢得幾好幾好啊，咁樣係啊，係巴塞隆拿嘅核心啊 ，the heart of his squad 啊，咁樣。十八歲仔就俾人話 hard to be squad 啦，咩因為未續會未係咯，因為未續約啊嘛，係咪先啊？咁樣咁嘅時候咧，所以咧就咧都即係感受到咯啊，同埋即係好少有一季係咁樣嘅，就真係好老實，就係、是、佢買親個個翻嚟都好似好撚對版咁樣，好少見嘅。我想講即係作為呢個咁樣嘅巴塞隆拿咧。即係巴塞隆拿都係即係水貨大國嚟噶嘛，即係佢專門買埋翻嚟啲人，跟住又發覺佢話喂屌咁撚樣嘅，近年啦係咯，近年咁撚樣嘅人咁樣噶嘛，即係迪比咁樣咪先，即係老實講，如果我話佢係令人失望嘅，我諗我唔係大錯啦，唔係先啦咁樣。古天樂即係或者當年我好記得啦，我哋成日都講啊，係咪啫？你畢竟嗰個只係迪比嚟嘅咋咁樣，嗰陣時成日講啦，係咪先咁樣？跟住跟住，但係譬如呢一季咁樣，哎，古天奴真係嬲撚到爆炸！屌你老味，屌你老味八二有你份嘅，屌你老味好似個紅館咁撚樣，都係跟住然後，譬如喺度睇拉芬拿咁樣，即係好生咯，好生咯，好熱血，好生咯，好咦？貓出現咗啦！招財貓係啦，只貓出現咗啦，咁樣我哋嘅呢個咧深夜睇貓團又開翻啦，咁樣係啦，哇好事成雙喎，咁樣深夜睇貓團喎，咁樣走咗去啦，跟住然後係啦，
下次係咩出鏡要做人同人講啦，又未化妝係咪先啊？咁樣咁咧就咧呢個咁樣嘅就同埋咧，我想講咧其實而家反而咧真係好揾唔到使用方法，而沙維又好堅持要用嘅就係托尼斯，即係呢個費蘭托尼斯係真係一路都係入唔到局嘅喎。即係唔係冇，都唔係冇，完全冇波俾佢踢啊！唔係冇嘢嘅咯，但係真係係總之就一路都揾唔到辦法嘅喎。即係比起譬如話拉芬娜係唔使時間咁樣樣啊嘛，話過過啦嘛而家，我都係唔撚明喎。即係究竟出咗咩錯咧咁樣嗰、那個？即係當然啦，你問我，我覺得去到3-0之後，其實我覺得西維爾踢得好咗嘅。咁但係即係已經塵埃落定啦，叫做巴塞變咗防守練習咁嘅嘢啦，咁樣。咁而個牽引好成功啦，我覺得即係其實西維爾算係幾有部署個 man mark 嘅咁樣。咁但係即係 man mark 就證明咗就係失敗啦。結果而言就係、是。結果被人爆到飛起啦，咁樣咁係咯，咁樣咁又贏啦，咁樣同埋咧雖然即係有啲朋友唔理解，就係、是、好似頭先火哥話齋，就係呢個足球世界係大部分時間係主場一隊波，作客係另一隊波嚟噶嘛。而嗰場波最撚緊要就係嗰場波西維爾係主場啊，大佬！西維爾嘅主場從來都係地獄主場嚟㗎啦，西維爾個主場從來都唔好踢㗎。如果大家知道，其實係成日都喺嗰度失分㗎。咁所以我覺得能夠喺呢啲時間嗰度咧啃撚咗嗰啲難打嘅仗咧，係非常之好啊！我認為係咁樣。咁當然啦，巴塞嚟緊嘅賽程就簡單，唔係噶，唔係開始嘔血噶啦，去到月中就好嘔血噶啦，去月中就好嘔血噶啦，因為雖然話就話聽日第一輪就對呢個乜撚嘢啊，乜撚嘢比爾森勝利啊，嗱我照讀嘅 Google 嗰個表啊，咁咧。對比爾森勝利，跟住咧就對卡迪斯，去到14日就已經係對拜仁啦。跟住咧就呢、這個就對艾爾切馬略卡，跟住咧即刻咧10月咧就對國米。哇！屌你呢輪真係踢撚死人啊！嗰、那個10月2日對馬略卡，5日對國米，9日對咩啊乜撚嘢維哥塞爾塔啊！哦 Celta Vigo 咁樣，跟然後咧又對國米，對完國米咧13日對完國米咧16日就對皇馬，跟住即刻對維拉里爾，即刻對畢爾包，再對拜仁慕尼克，再對華倫，先至完到個10月，即係10月中先嚟了啦。10月就真係好撚嚟了噶啦，咁唔係嘅，其實14日嗰場一對拜仁就知生死噶啦，嗰、那個氣勢就會喺嗰度決定噶啦。其實係咁，我只能夠講，我就唔能夠睇高巴塞咯。呢個時候咁樣，咁係啦，即係嗰個人，即係嗰對拜仁都唔係同你講笑啊嘛。但拜仁好似都唔係真係好順啊，有冇見到啊？因為其實好似多蒙特而家其實係榜首噶嘛。我冇睇錯，我冇睇錯。德甲咯，佢失分啊嘛，佢失分啊嘛。而家多蒙，而家佛賴堡係呢個咪佛賴堡嚟噶，佛賴堡係榜首嚟噶。佛賴堡，佛賴堡係榜首啊，多仔第二喎，拜仁爭一分第三喎。和兩場啫，係啊，和兩場啫，就未係好大問題嘅。曼城而家都咪第一啦。诶，唔紧要啦，下先同第一咯，而家系咪仲有先同第一？系啊，系啊。屌你讲，你讲赛程啊！屌你谂咩？我见得到曼联赛程，我都冇胃口啦，大佬。喂，讲嚟听下。唔系曼联就嗱，即系9月咧就有欧洲赛踢，咁啊先礼拜嚟紧就对皇苏，咁啊跟住作客水晶宫，再踢呢、這个。欧霸就对嗰队就赢过皇马嗰队咩舒列夫，跟住对列斯啊，咁啊呢个九月赛程，跟住咧去到10月头咧就已经要对曼城啦，作客喎，跟住又要踢欧霸喎。点解你嗰啲咩队嚟噶？奥姆尼亚、尼哥西亚系咩队嚟噶？奥姆尼亚又对呢、這个系啦，连对两场奥姆尼亚，中间夹住作客对爱华顿。
跟住就纽卡素，然后又对热刺跟住对车路士，屌你老尾！你讲赛程，台长系啊，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真系食屎嘅、哦！喂，真系喂，真系你谂下唔硬嘢就远捻到远一远。喂，愛華頓都唔好踢嘅，而家愛華頓，跟住又對翻嗰隊奧姆西亞，跟住即刻踢紐卡素，而家冇人會話紐卡素係，而家冇人會話紐卡素係渣隊啦，係咪啊？紐卡素跟住熱刺，跟住車路士，哇，踢死人咩啲賽程？又係十月中，係咪先？即係總之係賽程之前就踢到，佢哋真係唔慌唔迫色上，一鑊個對撚曬咁滯，唉，真係。系咪先？所以你话讲赛程话，屌你！我所以咧，阵间深夜大波团咧，我又再讲，你有得我而家有得威就威噶啦。我而家就趁呢个机会威捻咗先噶啦。之后你未必见到我威。阵间曼联 Man TV 我有讲噶，点解你威就威啊？有几何？系咪先？真系望下皇马就觉得，唉，真系羡慕，真系。唔系，真系想讲，就算系歪虎，就算几唔中意都好，皇马真系好捻硬正，皇马真系好捻硬，皇马真系好捻硬正啲波，唉，真系。好捻，好捻，即系真系讲真，呢段时间真系好捻敬佩呢队皇马，真系好捻硬正，冇咗卡斯米隆，冇嘢，少少事都冇。即系当然佢，当然皇马系有隐忧嘅，因为皇马其实失波失得多嘅。皇馬場場都失波嘅，咁但係問題就即係前場嘅能力好強啦，同埋好似計數機咁撚樣啦，二比一基本啦咁樣。嗰日對貝利斯老實講都唔好踢㗎，對貝利斯唔好踢㗎。咁當係咯，咁當然啦，咁樣咁就呢個咁樣嘅雲尼斯修斯真係好撚勁啦，只能夠講。喂，真係大熟，係喎，大熟真係勁得好撚緊要。勁得喎，勁得誇張喎！係啊，即係雖然話就話，即係大家相對而家可能少啲睇皇馬波，屌真係好撚 fit 嘅喎！嗰啲波真係即係去撚到瀟灑咯，我夠膽講係。喂，少有，好少用呢個字用嚟雲尼修斯喎。好撚瀟灑，唔係即係前幾季係難以想象同一個人嚟。即係跑狗嘅嘛都係。喂，真係 develop 喎，真係哇！屌你老尾，而家嗰啲一舉手一投足好似入硬咁樣樣，真係睇撚到去到哇！發生咩事啊？係咪先咁樣？斯朗翻身咁樣，係咪先？喂 ，sorry， 斯朗未死 ，sorry。巴尔啊，巴尔啊，系嘛？冇 C 朗嘅巴尔啊 ，C 朗唔系啊，咁你要睇翻个体型啊嘛，大佬，咪似巴尔咯，咪体型咁呢个时代真系唔捻兴咁嘅前锋啊，大佬几捻劲，真系。哇，西维尔而家一分喎，点睇啊？西维尔一分，但系大捻喎，西维尔真系。话好多人话想炒啊，好似西维尔就系嗰个财政困难嘅表姐啊，真系阴功啊咁样。哇，呢、這个咁样嘅车路士有一个攻势嘅时候咧，好捻近咧，都系咧俾呢个咧对方嘅后卫啊批出咗啊咁样，咁就呢个咧对面就屌你又 high five 又成咁捻样。八十一分钟嘅时候咧，车路士咧依然系未能够攻破呢个咧萨格勒大拿姆。嘅大門噶咁樣，西維爾真係大撚鑊喎，真係想講。西維爾即係仲要嗰啲隊係奧沙辛拿、維拉杜列、艾美尼亞，輸俾艾美尼亞，輸俾奧沙桑拿，跟住然後輸俾巴塞，和到維拉杜列。哇！嗰個失球嘅量真係去到不可思議。咩問題咧？就係啲人賣走曬。窮咧，咩問題啫？即係好似李斯特城咁樣，有人話李斯特城窮咯，冇士氣咯。我覺得都幾冇士氣，踢得幾撚頭耷耷。我想講辛苦，即係當然同嗰個失波嘅咁樣輕易失波有關啦。咁樣咁係咯，同埋即係你見，譬如佢哋同英超隊有啲唔同，就係譬如今季最後嗰個禮拜嗰個買出入嗰個數量真係好多噶嘛。你睇譬如嗰啲西甲隊邊撚度有咁發生嘅？屌你坐定喺度就係坐定喺度啦！屌你好似等死咁撚慘喎，覺得咁樣咁係咯，即係我都係嗰句，我都話咗 CVC is a bad thing 啦，咁樣就係呢個邊個簽咗 CVC 嘅，而家就食屎啊咁樣咁啊，即係都幾可怕嘅，即係再睇一次嘅話，即係西甲都，唉，真係西甲都幾撚離譜，斷腳啊有人！西甲都幾撚離譜，哇！屌你踩撚到唔抹都穿，古古嚟啊！踩到人哋，踩到唔抹都穿撚埋，哇！屌你老尾，
成隻麥飽撚咗，屌你會直紅啊！咁家產，你哋係斷啊，斷埋添啊！唉，陰公咁樣，咁咪唔好啦，咁樣好心啊，好心斷腳唔好影住啦，屌你！可憐啦，係咪先啊？咁樣自己控甩咗個波，跟住就衝埋去就踩鳩人哋，屌！呢啲球員啫，呢啲球員真係唔撚得啊！呢啲球員，呢啲球員要停賽半季啦，屌你老味！大撚鑊啊！真係俾佢咁樣踩斷腳，咁啊真係真係大撚。係，我啱啱佢唔知係咩原因，佢就係準備 plan 到去嗰個受傷球員嘅時候，我就斷鳩咗我啦。唔係啊，冇斷，著翻鞋，著翻。我斷啊！我畫面斷啊！你個畫面斷咯，屌你！我個畫面斷嘅，屌佢老味，而家都入唔到翻去，黐撚線，神經，仲好似開電視睇，頂你個肺！難搞，唔係啊！你係你都唔明白我哋嗰啲，我哋啲屌我哋啲足球難民同你嗰啲唔同啊嘛！你啲尊貴會員係咪先啊？乜嘢啊？你結果尊貴會員咗未啫？結果你嗰個 decision 如何啫？我冇喺睇波團，我都好深入咁問你嗰、那個，咪世界盃咯。未買，使乜咁心急買啫？係咪會？唔係，但我冇嗱，我因為我從來都唔買嘅。我想問係咪會越嚟越平㗎？去到最後，即係係咪會最後係20蚊？廿蚊仲要送凍奶茶咁樣㗎？我覺得就唔一定越嚟越平。係，但係應該可以遲少少先買都未遲咯。即係佢應該唔會臨尾再貴啲，就照計未必嘅。即係點啊？即係如果而家越平嘅，佢有冇打過嚟揾你啊？冇喎。冇啊！聽啦，啲三字頭電話見到啊 cut 噶。唔係佢一打嚟，跟住你同我講，你就同佢講話，我今年落 APM 睇啦，咁樣佢哋唔係咁樣噶嘛。以前係會冇用啊，冇用。冇喎，撈企好硬嘅，撈企好硬嘅。撈唔喺出面播噶。限聚令一點。係喎，八限聚令。唔系，但呢个世界只系得一个人最捻关心你买咗个巴士未，就系大狗宝交人。啊，大狗宝抵货金俾我啊！我咧，我几捻努力帮你。喂，斋啲入啊！屌你老母，咁都唔入，有冇搞错啊？哇，又系真系做乜捻嘢啊？补多脚都唔入，做乜嘢啊？死火啦！哇，龙门都瞓低啦，唉。死火啦！咁樣，唉，86分鐘，嗱，我係睇埋就完啦，咁樣。但係車路士真係好似真係要，真係可能要大大鑊去拜一鑊神咯，咁嘅樣，係咯，即係唔係輕輕拜咯，咁要狠狠地拜一次咯，咁樣。今晚如果即係都夜啦，但係如果今晚俾你揀，你仲會睇邊場？係咪一定係早鏡對聖日耳門嘅？睇下先，梗係啦。即係我哋照計唔會係睇曼城對西維爾啊，可憐啊，係咪先啊？咁樣我哋唔會睇曼城對西維爾啊，係咪？如果正常大家揀係會揀聖日耳門主場對祖雲達斯嘅，祖雲達斯而家普通唔差，唔好，唔係 top two， 唔係 top two， 咁啊不妙，睇下先，咁啊不妙啊，咁樣咁啊今晚咧，第七啫，早記。咁啊，呢個咧多蒙特嗰邊咧對哥本哈根咧就已經贏到3-0啦，好撚順啊！跟住然後咧呢個咧咁樣嘅咧，今晚咧3點鐘嘅話咧，就仲有呢個薩爾斯堡，即係紅牛隊啊，就對住咧呢個咧 AC 米蘭，呢個咧車路迪咧就主場就迎戰皇家馬德里。呢、这個咧，萊比錫即係紅牛隊啊，咁多紅牛隊嘅，佢話萊比錫咧就對住咧呢個咧薩克達多拿舍，跟住然後咧呢個咧咁樣嘅，至於咧呢個咧咁嘅，亦都有咧呢個咧西維爾主場，唔知仲地唔地獄啦，就對住咧呢個咧曼城，咁啊似乎呢個賽程係相當於地獄啊，咁樣賓菲加咧就對住咧馬卡比哈法。然後咧，聖日耳門就喺主場啊，大巴黎就迎戰呢個祖雲達斯嘅。梁振西維爾拖曼城有過癮啊！屌你老味，係啊，好睇啊，好睇啊，好睇！拖啊，一定唔會啊！我想睇啊，剩翻嗰幾場就好睇啦，跟住嗰個小組賽。
如果佢劏一場嚟睇下就知道。最多一粒嘅啫。如果佢劏一場嚟睇下，我啊真係開心啊！真係，唉，好撚想。佢就係流力輸俾你巴塞，跟住又為咗劏蛇劏鳩橫成圓來屌你兩尾。乜撚嘢足球啊？都有機流力去歐聯嘅，又唔係冇嘅。啊你嗱啊哦，同埋咧其實得翻好少時間啦。嗱，而家嗰場波88分鐘啦，依然咧車路士一啲都唔似會入波，好撚難搞。入多粒，黐線。咁咧就咧，哎呀呢邊仲俾人哋攻緊添，陰公咁樣係啦。跟住咧，我想問咧，你有冇睇大巴黎嗰啲波？就算睇 highlight， 你覺得我想問嘅，大家覺得今年大巴黎係咪堅料嚟咧？美斯好似融入到隊波啊！係咯，好多助攻啊嘛，好似話德城女用咗加鐘咁樣喎，而家好似突然間好似唔知發生咩事喎，佢同尼馬唔係啊，佢最誇張就係佢同尼馬係一齊翻嚟啊嘛，係咪世界盃嘛？唔係都係啫，咁你要上力，你都要上得到先得噶，大佬。世界盃啊嘛，啱噶，係要操出啱啱提升狀態噶啦，要噶。同埋，屌你唔撚知啊！你唔撚知啊總裁啊麥總裁有冇私底下俾錢佢哋啊？錢就唔得噶啦，就激勵唔到佢哋噶啦。唔係啊，佢咪就係同你講就係、是、嗱，你哋唔好諗咁多嘢。激勵唔到佢哋，你鋪話法。點會激勵到啊？你屌咁 Q 多錢，美斯尼馬喎、啊，大佬。唔係啊，總之佢就係同你講啫嘛，就係嗱，唔好講咁多嘢。你反正你都要 prepare 世界盃，你踢好啲啊，唔係先啊。每球整多幾多，跟住佢哋就嚇、啊、每球整多幾多嚟咯咁樣，然後突然間就乜？你點撚知啊？你點撚知佢哋啊，大佬？喂，你諗下喎，你幾耐冇撚見過尼馬？而家開季開咗幾耐啫？七球喎、啊，而家係喎，尼馬好似未搏命喎、啊。七球喎、啊，以前射親都飛機嗰啲波全部都入喎、啊，而家亂咁踢噶咯喎，去撚度。而家呢個大巴黎嘅進攻鐵三角好似真係好撚所向披靡喎。係啊，佢而家叫個，佢而家叫嗰個叫做乜撚嘢？嗰、那個佢哋嗰個進攻組合係叫乜撚嘢名咯？永遠咪有啲嗰啲三個字嗰啲代號嗰啲嘅 MNM 啊，MNM 啊，唔知喎咁樣，係啦，咁啊，總之好撚巴閉啦，咁樣好巴閉啦，咁樣咁啊呢個咁樣嘅真係嚇。真係突然間好似好撚有睇頭，好撚堅料咁樣。咩啊？補八分鐘都要補啦。係啊，睇美斯咧，有今生冇來世，知唔知道？睇第一場得一場。好多人都講第二嘅馬賽咯，都有人講法甲馬賽啊，山齊士啊，亞歷斯山齊士啊，同埋好多阿仙奴嘅舊球員咯，去咗馬賽嗰度，咁就踢得幾好咯，就而家第二咯。係。邊啲啊？有邊啲舊球員去咗？亞歷斯山齊士啦、啊，跟住佢啲譯名好怪喎、啊，馬特奧古恩多茲，即係以前中場嗰、那個好多頭髮嗰、那個。哦，金祖斯啊，係咯，唔知啊。同埋阿巴黎好似都借咗去馬賽啊嘛，係嘛？邊個啊？曼聯個巴黎啊。曼聯。後衞啊，後衞啊，巴黎係嘛？系冇，好似系马赛、哦。拜利，拜利系啊，拜利啊，系咪马赛啊？系，唔记得，好似就踢得几好咯。而家就第二啦。是但啦，农夫联又冇捻所谓啦。农夫联边队第二都唔捻意外嘅，其实喺我心目中。咁啊系，就系班农夫。冇錢搞嘅，根本法甲係一個冇，只係冇錢搞嘅一個聯賽。係啊，喂，就唔入到啊！屌你老母車路士啊，咁圍撚住嚟人哋攻真係，喂，撳撚住嚟攻噶啦，已經係。係有罰球啊！有罰球啊！有輸野樹，有萬住，撳入咗。攞翻分啦，冇輸啦。但系農夫聯有啲隊都幾特別咯，阿尼斯
好似講頭先咁樣，有啲英超舊將七個咁樣過去，跟住依隊馬賽有好多又係英超舊人咯。誒，好多英超舊人本身都係法甲過去嘅，本身都係法甲過去咁多咯，冇人分別。因為足球呢件事喺法國好撚奇怪嘅，即係佢唔係唔興，佢唔係唔 hit， 但係唔係一個唔係一門生意咯，或者唔大咯個生意喺法國。係咯，以出到咁多好球員嚟講，真係好撚，好似好撚唔 care 咁樣，即係你喺個聯賽裏面，你感受唔到，即係譬如你唔係好感受到佢哋佢哋嗰啲。即係有時嗰啲波起起上都幾撚起，我覺得。性格我即係好難投入咯，好難投。當然同有少少同法文有關係啦，我認為咁樣。咁但係西甲都係西班牙文啫，係咪先？好難跟咯。唔係啊，係個聯賽，唔係即係英超嘅成功就係可一不可再嘅。即係你冇諗到可以發到咁大嘅嗰時，即係講英超啊。即可以全球的轉播費可以去到咁高，因為而家的足球，即譬如好似應該咁樣講，譬如法國足球耐唔耐咧，就會有一兩個老細咧肯抌錢出去搞隊波嘅。係啊係即而家就大巴黎啦，我僆仔嘅年代就馬賽啦，馬賽搞到就直頭踢假波啦，踢歐冠嗰時，咁跟住有里昂有試過啦，跟住摩納哥有試過啦，咁咧。所以我話農夫聯邊隊第二唔意外嘅原因就係咩咧？佢好似嗰啲咩尼斯啊、里爾啊，跟住嗰啲咩雷恩啊，係嗰啲耐唔可以拱上嚟，耐唔可以拱上嚟噶嘛？唔係前幾年咪有幾年咪咩波爾多撚勁咁樣嘅？波爾多都有勁過嘅。波爾多本身都係一隊法國嚟講算係幾老牌嘅球隊嚟嘅。嗯咁啊，耐唔耐就有啲咁嘅隊拱上嚟，咁但係就永遠都維持喺嗰個老細足球嗰個階段咯，好撚睇個老細抌唔抌錢落去搞啫嘛，個老細唔撚抌錢落去搞，即係譬如李昂威嗰時講緊六年八，我唔撚記得咗，踢撚到又係踢撚到冇撚得打噶，全個法國，咁但係。個老細會諗：屌咁有撚意思咩？即係最終喺呢度一潭死水，揾唔撚到錢嘅。誒、欸，有死球啦！有死球啦！車老師，你話有死球？係啊，又有死球。頭先只死一次噶啦，而家就死咗啦。斯耶樹定係又係斯耶樹，又係散多人場，屌你老味！話呢球咁都冇越位。哦，跟住勾頂埋，唔知頂咗去邊？呢、這個就貝利石嚟嘅。唉，想俾保贊就射唔入。有冇越位咧？保贊個位，唔係喎，高力巴嚟嘅，唔係保贊嚟嘅。又瞓低個龍門，瞓一瞓先。唔係，我覺得呢啲係少少意識形態問題嚟嘅。你發覺行呢個社會福利主義啊嘛？你英國行呢個資本主義啊嘛，即係好有陣時啦，即係保守黨嗰陣時啊，資本啊多啲啦，咁樣所以就競爭多啲咯，資本主義嗰啲老細俾錢，咁你咪可以買咯。咁你唔係啊？英國都社會福利㗎。嗯。睇你邊個工黨嗰陣時咪係咯，保守黨咪即係社資本多啲咯。你問下阿辣哥啊嘛？我覺得係對足球呢件事本身嗰個文化唔同咯。嗯，即係英國人始終看待足球呢件事，應該咁樣講，本身嘅英格蘭足球咧就已經夠熱鬧噶啦。嗯，咁於是乎佢嗰時成立英超，將佢拓展海外市場，即係主要給呢個電視轉播啦。咁你睇畫面好撚好睇噶嘛？英超嗰啲球場又細。即係細嘅意思就係你望下而家薩格拉布嗰主場，你都冇大諗到咧，你都望唔撚到觀眾嘅。佢揾個大嘅運動場嚟踢波，望唔撚到觀眾嘅，你冇氣氛㗎。你以為佢閉門作賽㗎？嗯。英超嗰啲唔同喎，
以前好似以前高貝利嗰啲咁樣啫。屌你最尾嗰啲球迷入場睇波啲球迷，根本佢攬出去就出去球場噶啦。咁呢個氣氛咪好撚熾熱咯。咁人哋睇落去咪好似好撚勁熱咯。咁而德甲首先嗰啲開波時間又怪雞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佢班人踢波好撚保守噶嘛。即係如果你踢法國睇法國波，成撚嘅都零比零噶嘛。所以咧。我不知道近年是不是以前呢、去到季尾呢法甲呢幾乎要封盤的了不能被人賭的了因為主要都是和波的是人都懂得買的成日開曬然後都是1比0 0比0最多都2比0是叫做有巴黎才叫多些人關注一下嘛幾時都說的譬如好像就算德甲都是的德甲你始終拜仁不是沒錢的多蒙特叫做都叫做大隊的但是你那個始終沒有那麼多錢投入去給那些人去搞呢即其他隊去搞呢就難搞但是那件事是相輔相成的即是那我要大搞才吸引到人來看還是你給了錢給我才搞去大搞呢即或者應該用雞先還是蛋先我真的咪德甲嗰個制度又好複雜噶嘛，咩會員制啊嗰啲啊嘛，密密密密噶嘛。咁其實另一個因素啦，德甲咁但係咪法甲係咪你除非有幾個大賽團搞起幾隊波咁啊，咁就可能有啲競爭性睇咯。喂，我哋呢個完場啦，車路士最終就輸一比零。係。咁啊陣，咁啊那邊雙方蒙特就輕輕鬆鬆三粒。系喎，咁就搞掂咗呢個哥本哈根咁樣，咁就呢個咧咁樣嘅車仔咁就不妙啦，咁樣咁啊呢個對住薩格達大拿姆失分嘅話咧，就實在形勢又唔係好好噃。咁啊呢個剩翻仲要對米蘭同埋薩爾斯堡，又冇話唔得嘅，但係即係會跟住就長長硬嘢啦，變咗就即係可以輕鬆啲嘅機會都冇埋啦。星期六都要對富咸啊，富咸都硬嘢啊。富咸而家硬啊！硬啊！嗰、那個前鋒英冠球王啊，大佬。啊，咁啊，不過早場會睇到嘅，咁啊個個都係留意曼城對熱刺嘅啦，睇個樣就好。唔計啦。好，差不多啦，咁样咁啊，今日感謝火哥啦，咁样感謝阿宏，好，多謝台長，多謝火哥。咁啊，我哋咧就咧不妨咧就留意一下咧，呢個咧就係咧喺咧需要咧呢個咧得分嘅球隊嘅時候咧，多啲邀請咧太子咧就做呢個 Facebook Live 咧，睇下會唔會有妙效啦，咁樣。笑得到仆街，幾撚勁啊！嗰日太子表佢到尾，佢真係一入嚟就失貨，勁撚到爆炸，笑得到。沖涼，沖涼，沖緊涼，沖完涼出嚟再咁撚樣，沖緊涼你都撲到咩死，你都勁啦，你入嚟勁，佢一入嚟。他一入嚟就失波嗰下勁啊嘛！應援團啦，果然係詛咒。真係笑死我！即係如果你話我登，你話我登啊！真係奇怪，因為衝緊兩幅到 message， 真係技巧真係好高啊！唔簡單，真係唔簡單。下次呢個都嗰件油亮亮嗰件波衫，你知唔知道？哇！真係可以話係啊！即係咧。印在我眼睇喺我瞳孔裏面，你知唔知？我一見到就哇嚇咁樣啊！咁啊大佬，佢哋真係腳頭唔係好好，做應援團啊！腳頭唔係好好，係咁啊！希望咧，冇事啊，冇事啊，咁啊，但係攞翻啲分咪搞掂啦，咁樣就係咁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就嚟到呢度，我哋仲我有片播噶嘛？有卡士講波，哎，卡士仲有 MU Fan TV 咧，仲有卡士困難啦，卡士就要講下咧呢個咧轉會窗啊，細數轉會窗嘅呢個特色啦，咁樣睇嚟失嘅多啦，咁樣好，咁樣今日嘅時間就嚟到呢度，記得睇埋呢個車路士同埋呢個曼聯 Fan TV， 好就係咁樣，好多謝大家，係咁，拜拜，拜拜。欢迎翻到深夜睇波团啊！继续有我卡士维带嚟过去一周车路士嘅资讯嘅。为咗让路呢个年尾开打嘅世界杯，其实11月只系2个月之后就已经嚟了噶啦。而
各地嘅歐洲聯賽其實喺開賽冇耐就已經進入呢個快車期，當然啦，英超都唔例外啦。所以就好似我上個禮拜所講，嚟緊車路士就會20日之內要踢6場波，係大撚鑊。所以啱啱過嘅週末，我哋已經開行車，先喺週中南下呢個修咸頓作客，竟然輸2-1噃。只不過好在翻去倫敦主場迎戰我哋嘅鄰居韋斯咸，扶扶碌碌贏翻2-1噃。只不過上個禮拜更加重要嘅就係、轉會窗終於都完結啦。究竟我哋有啲咩人走咗，有啲咩人入咗，到最後稻槽手上有啲咩兵可以用，正即可以塵埃落定啦噃。既然一切已成定局，不如我哋首先講下，今個轉會窗我哋出入嘅球員有啲乜嘢先啦。呢、這個轉會窗最注目嘅當然就係我哋成條後防線幾乎大執位咁滯，因為努力加同埋基斯天神都已經係好早已經決定咗，免費離隊他頭，因為佢已經約滿啦。努力加就去咗呢個皇家馬德里，基斯天神就竟然仲可以簽得到呢個巴塞隆納註冊到，都話啦，點會咁易整死巴塞啊？大佬，呢個係呢個主賽之一嚟噶嘛？你當西甲傻嘅咩？同樣有傳有離隊嘅傾向嘅隊長艾斯派古達，雖然佢就最後都係決定留低簽多兩年約，只不過另一位都係同樣有傳離隊想去巴塞嘅馬高斯阿朗素，終於差不多去最後一刻都係決定，我哋可以放佢走啦。雖然江湖傳聞就話巴塞同我哋車路士用呢、用呢個馬高斯阿朗素加錢就換呢個奧巴美揚，只不過實際情況出嚟嘅就係、似乎就係我哋決定同呢個馬高斯阿朗素解約，等佢可以免費轉投去呢個巴塞隆納，都叫做感謝過去一段時間為我哋球隊立下咁多汗馬功勞啊！特別係上一季接為之大傷之後，基本上如果唔係有佢嘅話，可能入少好多波嘅噃。後防線走咗三個大將，咁我哋點都要入翻插一樣咁嘅人腳所以最先就簽定咗我哋嘅追逐咗幾年嘅對象高列巴黎噃。就如我之前所講，佢融入呢個英超嘅節奏非常之快速，雖然最初嘅時候我哋都覺得，佢哋打開意甲嘅喎，得唔得噶？同埋而佢已經31歲咯，但係出嚟嘅表現都算係唔錯喎，雖然佢攞咗一張紅牌頭之前。只不過拍埋留隊嘅隊長艾斯派古達同埋泰高斯華，兩個都已經3張幾嘢嘅咯噃，特別係泰高斯華，哇，38歲啊，你想弱老咩？球隊當然知道咁嘅狀況啦，所以去到轉會窗終定嘅時候，終於5500萬磅喺呢個白禮頓收購咗古古里拉翻嚟，暫時可以可以代替咗馬高斯阿朗素個位先。而事實上，這個古古里亞呢位球員亦都好快脆融入咗我哋嘅球會嘅系統入邊，雖然踢法似乎有少少粗，不過總算係有啲非常之好嘅表現，有助攻有表現，算係唔錯啦。後防最後一個空缺，竟然係要拖到幾乎最後一刻先搞掂。卒之臨完呢個轉會窗關閉之前，終於可以喺呢個里斯特城用呢個7500萬磅簽入咗呢個年輕嘅中堅科芬拿。平過麥雞啊！里斯特城嘅領隊羅渣士對呢位年輕嘅小將科芬拿，有啲咩評價呢？後生有活力，覆蓋範圍大，仲可以上前助攻噃。但是就因為之前我所講三位離隊的後防球員都是呢個免費免約或者是呢個原約離隊，一個先都冇收過的情況之下，我哋今次買呢三個後防球員已經使咗我哋1億5000萬磅啦，超過。特別是呢個科芬拿拖拖拉拉到最後一日先至7500萬磅解決，有車迷就話可能就因為新老闆保利上場之後，切意要將舊球會舊有嘅人腳全部換過曬，我哋以前成日都提起嘅，Marina 同埋呢個獅子啊，就其他舊時代老王時代留低嘅人全部都要換過曬，所以點解咁遲先搞得掂科芬拿呢？亦都有呢個咩原因嘅？中場方面，似乎我哋嘅領隊稻槽都仲係相信最主力嘅三個中場佐真奴、高華石同埋呢個簡迪嘅。只不過由開賽到開季到而家幾場波，高華石同埋簡迪輪流受傷嘅情況之下，得翻佐真奴一個，似乎就真係唔係好捱得住噃。卒之似乎有啲驚喜噃。
先是唔声唔声咁，竟然在维拉签了一个后生仔卓和美卡翻嚟。虽然暂时佢仲未可以在呢个一队上场，不过似乎诶潜力唔错噶噃。你临尾临现场之前，竟然仲有新嘅惊喜噃。在整个转会窗冇任何消息的情况之下，竟然最后一日签入了一个我哋从来未听过的新名字噃。车路士在呢个转会窗最后一日，由呢个祖云达斯借用呢、这个瑞士的黑人中场萨卡利亚，由呢个传出消息到官宣24小时唔够，喂，非常之快速噃。咁萨卡利亚呢位瑞士黑人中坚，究竟中场究竟系咩人嚟嘅咧？佢有呢、这个消息就话，佢系高大啦，191cm， 咦，真系好高噃。亦都有呢個向前助攻嘅威力，亦都係有呢個遠射威力。似乎可以補到呢、这個高華石。如果受傷嘅話，都可以用佢嚟做呢個後備上陣都唔錯噃。特別係之前已經講過幾次，喺呢個佐真奴已經開始追唔上英超嘅速度嘅時候，高華石同埋簡迪輪流受傷，薩卡利亞嘅內頭，似乎可以補。可以都叫做补到佢嘅位置嘅噃，只不过暂时咧都仲未上到场嘅，因为虽然咧转会嘅手续已经落实，不过仲未注册跌波。前场方面，除咗即买即用即食嘅史达灵之外，真系压哨嘅一个转会，竟然真系奥巴美扬波。上个冬会转会窗前咧，阿仙奴转过去巴塞隆拿。巴塞隆拿一个先都冇俾过，仲要人工仲系阿仙奴俾嘅时候，转个头竟然下季转会窗竟然可以用1000万镑加埋呢个马高斯阿朗素，传闻系咁啊，但系之前都讲过啦，马高斯阿朗素系呢、这个解约，俾佢免费去呢个巴塞。咁暂时咧收到嘅消息就系、是，买奥巴美扬咧系 around 1000万镑到啦。作为压哨的收购，杜曹似乎志在必得，毕竟他和奥巴美扬已经在德甲的时代已经有合作过，似乎杜曹亦都将对他寄予厚望。同样巴塞方面亦都乐于见到这个合约这个交易完成，因为上次对着这个奥巴美扬半季就已经帮他入了10几粒球，将他带回去这个亚军位置，不用钱有货交之余，还可以买回去收回10几万镑，暂时当他 over 1000万镑的情况之下，哇，真的好过去抢啊。只不过同样跟这个萨卡利亚的情况一样，转会手续完成，只不过注册就未搞定，所以对上个礼拜尾的对着这个韦斯咸的联赛，所以他们两位都只是可以做这个观众在这个看台看球而已。至于之前讲过的美国门将史隆尼亚，还留在这个芝加哥火焰，应该打埋今季的美职，去到这个季尾，即是年尾的时间，等美职完了之后才会归队的。那即管看看究竟他来到这个做这个第二门将，定是会再有其他的发展。所以暂时收购的情况就是这么多。咁當然啦，有入自然有出啦。咁離隊嘅球員就自然要會離開，我哋先至有呢個空間去買呢個新球員噶啦。所以除咗頭先之前所講後防嘅三位馬高斯、阿朗素、魯迪加同埋呢個基斯天神離隊之後，我哋睇下究竟其他離隊嘅球員係點樣嘅情況先。首先，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從呢個新班主保利上場之後，已經一改過去遊王時代嘅態度。無論係職員又好，球員又好。唔啱嘅，全部都要離開個噃。先有呢個巴克利，竟然係球會同佢決定解約噃。而家自由身嘅佢暫時未有班落，所以但係隨時都可以有一簽個嘅，睇下往後會有啲咩發展呢。另一方面，其實好多球員都外借咗離隊個噃。先有呢個原本係諗住外借出去上季，只不過竟然冇人肯借，到最後留隊，竟然喺呢個下半季嘅情況之下叫做救下火嘅沙亞，借咗去摩洛哥。另一方面喺季中召喺巴西咁遙遠召翻佢翻嚟嘅堅尼地，終於都係離隊啦，去咗呢個西甲嘅華拉道列噃。我哋年輕嘅青訓小將安帕杜就借咗去意甲嘅斯帕斯亞噃。
中場方面同樣都是我哋青訓嘅小將，誒黑神奧道爾似乎就同呢個杜曹嘅戰術系統唔係太夾噃，卒之都係決定外借離隊去咗呢個德甲嘅利華古信，同樣都係呢個中場嘅年輕青訓小將比利基摩，誒呢個就比較可惜啲啦。原本杜曹都是想着将他外借离队，看看可不可以吸收多些经验回来可以再用的情况之下，只不过比利基摩似乎就不是这样想，他希望有更加多更加稳定的上阵情况，似乎到了最后谈不上，卒之都是要将他算是比较便宜的£900万就已经卖去这个白礼顿了。虽然这个买卖合约呢就没有写明这个有回扣条款，只不过我觉得咦似乎有总会有些后着的。上季借了去里昂的艾马神原本想季中召回他来归旅，不过似乎不是太想放人的情况之下，咦终于今季回来的情况之下到了最后都是要离队的。他这个韦斯咸咦至于非常之平的交易£1,300,000，所以就去了这个我们的同事邻居，咦还要啱啱过嘅周末即刻可以倒喎双向波。前方除咗个麻撚烦嘅卢卡古借返去国米之外，我哋嘅天母云南亦都已经决定哎离开我哋嘅伦敦返返去佢嘅成名之地德甲，去呢个莱比锡红牛嗰波。虽然佢喺车路士嘅时间经常俾人扣病，对住个龙门都射唔到入去嘅时候，哎卒之返到德国成名之地，哎又有波入又有助攻，哎所以哎都叫做祝佢好运啦。仲有传闻喺呢个古古鲁亚交易，古古里拉交易嘅另一个条件之一，借咗去白礼顿嘅 Levy Cobill， 同埋我哋上一季经常性喺呢个后半季情况之下，成日同我哋一队啲操练嘅Harvey Well 维尔啊，呢位小将都借咗外借咗出去噶噃。今季嘅人脚就大致上已经完全定型啦。后防位置除了我哋几位老将之外，诶，仲有新加盟嘅古古里拉啦、科芬拿啦，我哋嘅亦为列斯詹士啦，啱啱好似话续咗份大约，只不过读完大约出嚟嘅后，对住韦斯咸嗰阵波似乎就有少发梦喎。原本想外借，但到到最后都系杜曹决定将佢留低嘅细查鲁巴啦。仲有后防三大长老啊，队长啦，艾斯派古达啦，高列巴尼同埋呢个泰亚高斯华嘅中场其实主力都系嗰三个佐真奴、简迪同埋高华石，只不过加埋咗呢个唔知点解爆佢出嚟嘅萨卡利亚同埋终于回归我哋大家庭嘅加拉查啦，仲有近期状态同埋呢个位置比较飘忽啲嘅大师兄卢夫斯，即刻前面万字啦、夏维斯啦。新加盟的史达灵啦、奥巴美扬同埋亦都是回归我哋大家庭的波查波，所有人脚的位置暂时都已经定晒位咧。特别是我哋已经讲咗好耐，我哋需要一个精尖头的情况之下，买咗奥巴美扬同埋波查的回归，卒之有一个精尖头的点喺度啦。人脚咧就算系齐晒啦，只不过表现如何呢？哈哈。上周中我哋作下呢个修咸顿，竟然阵容天残地缺噃。除咗呢个继续喺呢个养紧伤嘅简迪同埋红牌停赛嘅加拉查之外，竟然我哋嘅后防大将列斯詹士病咗，细查奥巴咧，操练嘅时候又受伤，点算好呢？再加上之前后防成日甩漏卒之，杜曹都系决定再用一次呢个四后卫阵式噶。文迪继续把关，唔知点解噃，似乎佢仲系对呢个基帕仲唔系太咁信任。四个后卫，左边由左至右系呢个古古里拉、高列巴尼、泰亚高斯华同埋队长艾斯派古达正选第一次。防中位继续系佐真奴控制呢个球赛嘅节奏，前面系呢个曼智同埋呢个大师兄卢夫斯捷克、高华石，终于可以摆喺后备席咯噃。前面继续系非常之活跃嘅史达灵、夏维斯同埋，唔知点解系受呢个亚瑟士转会传闻影响嘅薛耶治竟然正选波。虽然开赛初段呢个主队嘅修咸顿都尝试过压上我哋嘅一方，不过好快脆，我哋都叫做入翻局嘅时候，好快脆波亦都起，我哋系领先先个噃。
22分鐘啫。夏維斯左路接到個波之後，再向前交俾呢、這個攝咗入去禁區位嘅親生仔萬字，親生萬字攞到波之後，再一個環傳俾遠處嘅史達寧，一射入網，1-0啦喂！雖然起腳第一腳擋得住，不過現在機靈炸炸冧，即刻再嚟一腳補射，非常之犀利，呢、這個收購算係唔錯嘅啊！不過後防派交嘅現象似乎仲係 keep 住出現喎，今次輪到隊長艾斯派古達喎，28分鐘，修咸頓嘅角球攻勢，隊長解圍，不過唔湯唔水咁，竟然個波俾呢個修咸頓嘅拉維啊，喺呢個俄比於頂一嘢勁射入網，雖然文迪走個隻手好似仲撲得到，不過撲得到還撲得到，始終都係入網，炸炸冧，好快脆已經俾人追翻和啦。更加大鑊嘅係臨完上半場之前又派交喎，今次輪到修咸頓嘅亞當斯進攻，點不知佢一路向前推嘅時候，竟然引曬我哋成扎後防過去睇住佢，卒之走漏咗另一個修咸頓嘅球員岩志郎，哇！竟然冇人睇住佢嘅情況之下，一下勁射個波散中咗高列巴尼個背脊，改變咗方向，文迪即使有曬準備，卒之都係頂唔順入網，竟然臨完半場之前俾呢個修咸頓反先2-1噃。半场由领先变落后，杜曹即刻下半场改变了策略，换了这个高华石出来噃。只不过虽然前场的史达宁跑动非常之多，亦都是想尝试拉开空位寻找机会，只不过他在前面的拍档夏维斯和薛耶治似乎就麻麻地了。夏维斯的状态似乎就跟我们之前所说过去几场波都还是混混噩噉，似乎仲未操翻起个状态。师爷子咧，似乎就继续喺呢、这个当时，因为嗰阵时转会窗仲未关闭嘅情况之下，佢可能仲喺呢个分心喺呢、这个回翻去呢个亚即士嘅传闻之中噃。再加上之前所讲，万字亦都系似乎唔系太有呢、这个太上到力嘅情况之下，佐真奴又好似喺呢个落后嘅情况下，对呢、这个调控呢个球赛节奏就系似乎有啲有心无力嘅情况。对于这个修咸顿来说，我们赢紧在先，梗是射啲耳搞下你搞下你搞下你啦。去到下半场中段，杜曹都睇唔过眼，率先一次过换三个人入嚟噃。哲维尔、佩列石同埋正箭头波查入替咯。果然波查入替之后，果然是有啲锋力噶。虽然就波就入唔到，只不过有一个正中锋在个前场的时候，的确吸引了不少的目光过去的波，特别是这个修咸顿的后防球员，所以入场没耐的波查即刻 有功课交，在禁区右路在力逼之下，还可以保住个波，不得止还有办法可以传去禁区的中央位，只不过竟然没有队友接应。领先紧的修咸顿当然都不介意用这个骚扰战术阻碍我们的进攻，还可以有机会偷下鸡添。73分钟修咸顿一个角球攻势，沙利素竟然冇人看管之下近门透锤，好在我哋嘅泰亚高斯华挡得住个空门。到后段连修咸顿都开始收姜嘅时候，我哋先多翻啲进攻嘅空间，真係惨啊！82分钟波查近门透锤，不过柱边俾人挡得出，转个头85分钟，万字亦都有呢个左路交咗个好靓嘅直线俾呢个前面非常之活跃嘅史达宁，只不过史达宁一攞咗波就成圈人围住佢，搞到佢逼到佢底线嘅时候先至可以起脚，点会射得入啦？即系球证吹鸡完场，车路士喺呢个先领先嘅情况下，竟然系输呢个2-1俾呢个修咸顿波。主力的伤患再加上后备上阵球员的状态不够，特别是薛耶治，似乎他摆了这么久，究竟他转会不转会的传闻困扰了住他，杜曹亦都不太敢用他的情况之下，一开波就摆他上正选，似乎非常之不是几好的决定。另一方面，列斯詹姆斯缺阵，令到原本已经依靠边路嚟进攻嘅车路士，冇咗边路嘅大将，古古利拉亦都唔系太咁上前嘅情况之下，咁即系话边路又冇，中路又冇，咁点攻呢？成队波踢起上嚟冇目标冇路线，咁啊梗系输波啦！这个情况要去到下半场波查出嚟嘅时候，卒之都有少少改善，所以原来波查的确是有他的用途的，而这个用途去到下一场周末对着韦斯咸的情况下，更加之明显的。所以周中输球的车路士
周末嘅時候就翻返去主場史丹福橋迎戰佢哋嘅鄰居韋斯咸波。誒，似乎仲有少少巴邊新聞喎。話説原本呢場波咧，原本係安排喺星期一踢嘅噃，只不過咧就因為呢、這個。遷就呢個車路士打呢個歐洲賽嘅賽期，所以臨時推前咗一日，去咗星期六嚟踢嘅。只不過賽會就喺呢個開波前一個禮拜先至嚟通知，令到雙方面嘅球迷非常之不滿。兩個球迷嘅組織，車路士嘅球迷會同埋呢個韋斯咸球迷會都發出咗呢個聯合聲明，譴責呢個賽會。屌你老尾，咁遲先嚟推！暂时先系通知我哋转时间踢波，我哋点讲得切啊？呢啲咁嘅打比战，好多球迷，即使系在地球迷，都可能会专登请一日假走嚟入去睇波，或者系喺酒吧度一齐同啲 friend 一齐去睇波嘅情况之下，话改就改，喂，我哋好难搞噶噃。不过谴责还谴责，波啊始终改咗时间，星期六踢啦，所以即使睇下究竟我哋。输波而回的车路士翻翻去史丹福桥主场，究竟排阵会是怎样啦？踢呢场波的时候，转会窗已经关闭了，所以所有人脚都已经定夺的情况之下，诶，似乎就有新面孔出场啦。唔知点解继续受到杜曹信任的文迪继续把关，三中坚竟然是排出呢个三中坚阵式，又是泰高斯华，哎呀，老人家唔好咁样虐待佢啦。仲有佢嘅拍档是高列巴尼同埋，诶，新面孔7500万磅过嚟嘅科芬拿波。中场有呢个大师兄老夫斯捷克，似乎杜曹想将佢移翻去呢个接近中路位置，配搭嘅就是诶全面。復甦全面上場的高華石波，終於都不再用呢個左真奴正選咯噃。左右翼位繼續是呢個古古里拉同埋啱啱續咗長約，似乎大幅加人工的列斯詹士。上場紅牌停賽的加拉查，誒繼續得到杜曹的信任，將佢擺喺呢個中場位置，再推前少少支援前面的精尖頭，竟然是呢個史達靈同埋佩列射波。作客的韋斯咸除了有这个旧将苏马之外，咦，啱啱加盟的艾马臣也都已经决定即时落场对付我们的车路士波。开赛初段，车路士也都一如以往尝试将这个攻击压前，看看可不可以执到啲鸡，只不过咦，都不是太有这个嘢可以执得到嘅啫噃。有攻势冇实际，前方的把握力似乎都仲系差啲，特別係史達靈雖然仍然係 keep 住嗰種活躍，只不過佢今日嘅巴湯佩列石就似乎有少少，誒唔係好對路噃。兩邊亦為古古里拉同埋呢個列斯詹士今場表現都似乎都係麻麻地嘅，特別係列斯詹士啱啱續完張大嘅肥約，誒、哎、反而呢場正選上陣有啲發緊夢嘅狀態噃。至於新加盟嘅科芬拿咧，似乎就～不是太敢向前推进，主要是用防守为主。我诶，睇下未来会有啲机会，睇下佢嘅助攻嘅演出先。而值得一提嘅是今场冇咗佐真奴做呢个正选嘅时候，虽然成队波快咗好多噃，无论呢个攻守上落，双方都非常之快速。只不过快速还快速，大家都似乎都仲系冇乜呢个重心喺度噃。特別是前場都仲係冇呢個全球焦點嘅車路士，似乎就可能得個攻字咧。相反，誒韋斯咸因為前場有呢個安東尼奧做呢個正前鋒嘅時候，誒似乎佢哋個威脅仲多啲嘅噃。只不過都係呢個有攻勢冇實際嘅情況下，成個上半場就係咁吹雞完場，窿對窿啦。下半場出翻嚟，似乎車路士喺呢個杜曹嘅訓話之後，會再更加著緊呢個向前嘅攻勢。只不過。开纪录的竟然是韦斯咸先噃，去到下半场中段，韦斯咸有个角球攻势开出嚟的时候，文迪竟然手锤打出，但打出不远的时候，俾韦斯咸的迪勤怀斯头锤还传，中锋佢哋嘅中锋安东尼奥门前再加脚，诶、哎、领先一球，哎呀！睇翻呢球波嘅重播，除咗呢个文迪又唔知犯乜神经派交，唔将嗰波托出底线，而系上次又用呢个手锤打出，但打出不远，俾个迪勤怀斯可以。头锤传中之外，诶、哎，原来瞓低嘅时候，诶、哎，竟然俾我哋新加盟嘅科芬拿压住咗，所以翻唔得切身，挡唔到安东尼奥嘅入球、哦。已经去到下半场中段先至嚟失波，杜曹即刻作出调动咯噃。万智、波查、哲维尔同埋夏维斯入替我哋嘅加拉查、佩利石、高华石同埋古古里拉，即刻几乎成条中场线，除咗列斯詹士之外，全部换过晒噃。
咦，呢一隻果然臭效喎。七十五分钟，泰亚高斯华左路长传至位置，就喺左路攞到个波之后，切到喺禁区，先斗先由呢个头锤顶一顶个波，避过咗两个韦斯咸嘅后卫，即刻嚟个180度转身，一脚喺底线之前谂住射嘅情况之下，诶，竟然以呢个非常之窄角度嘅情况下射破呢个韦斯咸嘅门将法比安斯基大西龙门，诶，追翻和1-1啊！去到臨完場之前88分鐘，我哋嘅中鋒波查喺禁區入面，你吸引咗幾個韋斯咸嘅後衛看守嘅情況之下，誒，哲維爾今次由呢個入球變助攻咯噃，由左路傳中去近處位，誒，夏維斯近門一腳抽入去，誒，反先2-1啦。88分鐘反先，諗住誒呢三分袋得落袋啦噃，嗨，點不知？臨完場之前竟然係呢個列斯詹士派交，今次回傳嘅時候戇鳩鳩咁。俾韦斯咸嘅查洛保云截到个波再射门，虽然文迪即刻出嚟出型拍出唔远，只不过后上嘅高汉尼诶即刻射入空门，诶2-2咯。点解射入空门呢？因为原来查洛保云射波之后，文迪出型嘅时候，诶竟然俾个查洛保云踢中咗波，未踢中嘅文迪似乎有受咗几大嘅伤害，即刻喺个地度，诶趴咗喺度，似乎喐唔到嘅情况之下，就点可以即刻回防呢？所以诶、高汉尼射入咗呢个空门嘅情况之下，诶2-2啦，诶只不过扰攘咗一轮之后，侯正就指示，诶去睇翻呢个 VAR 睇下有冇犯规波。而经过 VAR 复检之后，球证就认为查洛保云踢中呢个文迪，所以系呢个球入球唔算冇效嘅噃，作废，哎，糊糊碌碌赢翻2-1噃。一支球证保持4分，再加埋文迪受伤嗰度，哎，补救96分钟，球证吹鸡现场，车路士主场算系糊糊碌碌地2-1赢咗呢个同次邻居韦斯咸噃。今场后防轮流派交，先有文迪手锤唔停唔掉，转头又有列斯詹士回防发紧梦嘅情况之下，唔输波已经算系执到啦。但另一方面，正中锋波查嘅落场，亦都引证到杜曹点解咁急切需要一个中锋位置嘅正选人选。无论上场对住呢个修咸顿，定系今场对呢个韦斯咸都好，波查落场之后，的确系吸引咗后防对方后防。唔少嘅目光，要花多啲时间，花多啲人脚去招呼佢噶噃。事实上，我哋反先几多球，亦就因为波查嘅出现，令到韦斯咸嘅后防忽略咗呢个哲维尔，令到哲维尔可以传中俾呢个夏维斯射入噶噃。杜曹当日咁决定要留住佢，甚至保利新我哋嘅新班主就决定同呢位年轻嘅阿尔巴尼亚前冲波查续咗一个非常之长嘅长约，去到2027定2028年，诶果然系真系有佢嘅效用嗰波。同样传闻多时，成个转会窗都传紧嘅名字，卒之奥巴美扬喺呢个临转会窗关闭一刻，压哨地加盟我哋车路士，同呢个杜曹孤肩重逢嘅情况之下，究竟呢一仗呢一个签署会唔会有呢个更加多嘅效果呢？无论如何，转会窗终于都关闭，人脚亦都已经大致完成嘅情况之下，究竟未来会点样部署呢？特别系今个礼拜周中已经要开打呢个欧联嘅分组赛，我哋要作下呢个遥远嘅萨格勒布大拿姆。究竟新加盟但系仲未赶得切注册嘅奥巴美扬同埋萨卡利亚有冇机会上场呢？同样面对住文迪咁多次派交，究竟我哋嘅后备门将基帕会唔会有机会呢？而我哋爱回家嘅青训小将加拉查同埋波查呢两位未来究竟需要几多时间先可以融入我哋现有一队嘅体系呢？虽然我哋今季开季嘅成绩就颇为麻麻地，只不过既然人脚都已经齐晒嘅情况之下，我哋总算叫有啲希望嘅，就即管睇下嚟紧呢个快车期，杜曹点样扭进六人，喺呢个人脚已经足够嘅情况之下，点样安排吧啦。临完结之前，讲一个好耐都冇听过嘅名，大树阿姨。虽然咧曾经有传闻就话诺丁咸森林想买我哋嘅大树阿姨噃，只不过竟然喺呢个转会窗关闭嘅情况之下，诶，竟然仲未搞掂啲文件手续噃，所以到到最后诺丁咸森林罗致大树阿姨呢个嘢传闻卒之都系失败嘅。只不过
英國的轉會窗關閉了，其他地方未必的。所以到了最後，土耳其的費倫巴茨在這個英國轉會窗關閉了之後出手了。雖然巴舒亞伊都曾經租借過去費倫巴茨一段時間，而且似乎風評就麻麻地，只不過費倫巴茨似乎對他都還算有些不計前嫌，卒之今次索性這個直接買斷了，連埋再一次外借去這個雷丁的巴巴拉文，所以我們車迷之間都提及的大三巴三個巴克利、巴舒亞伊和巴巴拉文終於都有他們的自己的結局了。另一方面，薛耶治虽然不可以重返这个亚即士，不过我们车路士和亚即士似乎还有些偈倾，因为几乎在这个同这个萨卡利亚同一时间出来的传闻，车路士似乎对这个亚即士的房中艾华利斯有些兴趣，亦都有这个深入的讨论，只不过赶不切在这个转会窗的期限之内完成这个交易，但是亦都有传闻就说，虽然转会窗删了，但似乎都还有些偈倾，看看可不可以在来紧冬季的转会窗可以签入这个亚即士的房中艾华利斯。另一个好耐都冇提嘅名字巴卡耶高，似乎就要留校喺呢个 AC 米兰，只不过 AC 米兰租借条件上面就曾经有一个传闻就话，如果巴卡耶高有呢个足够嘅上阵嘅时间嘅话，就会触发呢个强制买断条款，所以嚟緊可能巴卡耶高全嚟緊呢一季可能都仲要留喺 AC， 只不过似乎就未必有机会出场啦噃。最后讲埋呢个江湖传闻嘅嘢咧，话说呢个奥巴美扬竟然系拣我哋嘅九红波衫，九红魔咒呢个非常之恐怖嘅传闻啊！自从油王入主之后，无论系边一个着住呢个九号波衫嘅，几乎都冇乜好嘅表现同埋下场噶噃。托尼斯啦、法卡奥啦、莫拉达啦、希古恩啦、卢卡古啦，都知去到今日，流王都唔决定卖咗车嘅时候，嚟到呢个新班主保利嘅新嘅时代，究竟呢个九号魔咒会唔会嚟跟住呢个油王嚟一齐离去，定系继续呢个九号呢、前锋嘅魔咒？只不过亦都有车迷就话：，喂，唔系、我哋嘅传统除咗呢个九号魔咒之外，仲有呢、前呢个阿仙奴队长上车之后一定有杯捧、究竟边一个传闻先至犀利啲咧？好快脆就知道噶啦！好，今日讲住咁多先，多谢大家收睇收听，多谢大家支持我哋车路士，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喂，翻嚟曼联 Fan TV 嘅时间，喂，点解特伦敦买件即刻买件波衫？点解你唔买第三作客啊？唔系，我个 friend 都系咁推荐啊。我去我 friend 度买，我 friend 都同我讲，喂，屌你！火哥買件青色嗰件啦。我想問第三座係平啲㗎？唔係啊，一輪樣錢。冇錯啊，一輪樣錢冇平啲。咁啊，結果就買件大哥，不如打曬算。買大哥啊！大哥，哇！一樣喎，大哥啊！大哥，買大哥，咁有慶祝下先啦、啊！屌你條尾，四年勝嚟㗎，套我哋氣勢用嚟㗎。喂，你係要講呢啲㗎啦，你係要講呢啲㗎啦，你而家出去。嗰啲濕鳩啊，唔係，即係其他任何球迷又好，即係不論係有捧英超隊定唔捧英超隊，行埋嚟同佢講：喂，火哥，曼聯而家，喂，冇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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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係，我唔喐得噶，我唔該伸自己嘅腳啫，而家就喂。火哥，曼聯氣勢如虹喎！頭先我臨講呢句，就爭啲 cam 都跌埋，你使唔使咁撚戒慎恐懼咧，華仔？驚啊我！唔係咁，但係個個都咁同你講噶啦，即係個個見到你就勁啦，你就曼聯威啦，巴倫幣啦，四連勝啊咁啊，柒柒啦！咁你同佢講，屌唔係咁啱啫，屌唔係好彩啫。唔係，我認同我哋係氣勢如虹啊！屌唔係咯，我哋而家要爭個十五分鐘到啫嘛。咩爭十五分鐘？即係如果十五分鐘，即係我連贏咗四場波啦，四九啊，九四啊，三十六啦，即係三百六十分鐘。如果講緊佢三百三十五分鐘咧，我都覺得係事與願違。點解咧？三百四十五分鐘都係事與願違。三百四十六分鐘就唔係啦。哦，因為琴晚場波唔係一唔係琴晚，應該係禮拜日晚嗰場波咧，就去到八十分鐘到啊，應該八十一分鐘到咧就換入咗麥佳亞，因為咧就馬天尼斯就揞住條鳩筋，即係帶俾內側。
咁又唔知係咪真係肩傷，咁就換咗麥嘉嘉出嚟。唔係你睇唔到佢個樣嘅咩？邊個樣啊？馬天尼斯咯。馬天尼斯個樣睇到啊？你知唔知佢咧？佢嗰下好想繼續踢㗎。佢一坐低，撲街唔好傷。佢我見到個樣係咁樣嘅。屌！如果我傷咗，咪出麥嘉。唔好，佢嗰下跟住屌嗱聲，見到出邊真係熱身啦，咁啊冚家鏟啦。佢就知道翻唔到轉頭。我見到佢坐低嗰下，佢本身即係你嗱，好老實講，喺嗰啲時刻坐低咪當休息一下咯，係咪先？即係三比一領先緊，呢啲時間梗係。即係我唔會話，即係揼下啦。屌你拖個時間咪拖時間，或者輕輕鬆鬆係啦，拖下時間啦，係咪？佢坐低嗰下，個 mentality 係拖時間。係。佢一坐低嗰下，佢突然間醒起，係撲街，我做錯嘢添。係。我唔可以拖時間。所以你見唔見到有人掹起佢啊？我見到啊！你見唔見得？我見到啊！你見到其實有我就係見到嗰個鏡頭，就係佢一坐低，跟住佢個樣遊一遊，有人想掹起佢。係啊，兩三次啊，掹起佢。即係嗰個抉擇就係。你知道你頂唔住就係麥佳亞，全隊都知，全隊都知，全隊都知，全隊冚唪唥共識。跟住佢一坐低，啲人就已經想提水啦。屌你企起身啦！起身唔好，即刻唔好傷，衝埋去想掹翻佢上嚟。但係翻雲佛術太遲。唔係啊，我唔係其實唔係翻雲佛術，係因為礙於馬天尼斯嗰個英文未去到最好。我 OK， 我估 OK， 即係未溝通得太好。即係佢突然間，即係有時啲球員，即係譬如麥湯文嚟衝埋嚟，梗係講英文㗎啦。係啊係啊。咁佢係後面，即係而家後防嗰堆主要，唔係其實主要嗰三個嘅啫，即係迪基亞、華拉尼加、馬天尼斯講西班牙文嘅啫嘛。係啊係啊。咁其他人衝埋嚟，譬如好似麥湯衝埋嚟拉起佢咁樣。覺得戇鳩噶嘛？你做乜撚嘢啫？拖時間噶啦，唔係啊！佢知，不急，佢坐嗰下佢真係，唔係 Grey is coming， 佢猶豫咗下嘅嗰下，好明嘅，Grey is coming， wake up， 跑 Eva 咁就結果就犀利啦！麥佳亞一出嚟兩分鐘就出一個雙龍出海，咁撚樣就領王。跟住又喺呢個禁區裏面咧，就爭啲就輸十二碼，其實兩下噶啦，唔止一下噶啦咁樣。咁但係最終咧就俄曼咧就都力保戰果三比一完場咁樣。咁就我琴晚唔係即係禮拜日嗰晚，如果你哋係已經喺深夜睇波團個 group 咧，就有睇我哋個或者 YouTube 都有噶啦，擺咗上 YouTube 啦，就係我哋嗰開咗個 Facebook Live 啦。係啊，嗰陣時我就講：屌你，點應該要失一球，話俾全世界知。一出此歸必失波咁樣樣，我覺得即係當然你咁樣講係好啦，即係I mean如果真係失咗就即係公道啦，我覺得。即係其實嗰球出十二碼就公道啦。佢係咁攞手係咁擁人嗰啲，佢其實佢係公道啦，即係出十分鐘都要攞下黃牌啊，都要喺度做小跳步啊嗰啲，咁呢啲係公道啦。但係即係我唔覺得大眾嘅智慧嘅智商。是低到需要咁樣先知道佢係廢嘅咯。唔係啊，冇中堅啊嘛屌！尋日嗰個後備陣容係有中堅㗎。佢咯。唔係，仲有㗎。仲有邊個？睇一睇先。連迪洛夫啊？連迪洛夫啊？連迪洛夫啱啱傷完嘛。喂，傷完都要出啦，大佬。嗰個傷都想企翻起身啊，大佬。啱啱傷完嘛。你知唔知點解要維持呢、這個即係基本上唔喐嘅呢一個勝利十一人變奏啊？點解啊？唔可以換住噶啦！點解唔可以換住？有邊個順就用住邊個先？士氣波係咁噶嘛？而我想講嗰個士，即係我係越嚟越認同呢個士氣波嘅講法。唔係，係士氣波嚟。咁當然係士氣波啦，一定係。而我亦都好欣賞而家係士氣波啦，即係我 I mean， 起碼我見到士氣先。係。以往就係冇方，再加冇士氣，我而家已經好撚滿意，就係大家嚇清完球波去邊線之後會擊掌啊！我覺得係呢個值得鼓勵，直情去到。邪教咁就啱噶啦，系咁啦。邪教嚟噶啦，你感唔感受到佢入嚟之後係另外一種氛圍噶？唔係，我覺得其實氛圍冇乜特別大改變。我覺得有喎、啊。我感受到個氣場係撚同。唔係 overall 嘅氛圍冇大改變嘅，但係有缺口。我唔覺得係淨係有缺口咁簡單。唔係嗰個缺口唔係講緊。個防守嘅缺口啊，連迪洛夫咯，唔係講緊防守或者喺球場上面嘅缺口啊，即係好似一個氣球，佢充滿咗氣喺裡面噶嘛，係啊，你突然間吉撚穿佢，咪泄氣咯，係啊，即係泄氣，我意思係，咁咪即刻打唔到士氣波咯。士氣波最緊要係咩啊？佢哋好努力啊嘛，大佬啊！但你又要明白喎，係呢個士氣波裡面最關鍵嗰個就係馬天尼斯嘛。
咁啊系。马天尼斯系最捻中意同人击掌嗰个嚟噶。嗱，我唔系批评佢啊。唔系，因为可能英文未到啊，你明？佢即系我唔系批评佢，佢同大学字啊咁样就好捻多击掌啊，同阿麦汤又喺度咁样嗰啲咧。即系咁，佢出捻咗去嘛。佢出撚咗去嘛，咁有撚計咩？咁你見撚到麥圭，你都唔撚想理佢噶啦。唔係就係咁咯，唔係就係咁咯。你 feel 到唔想理佢嘅，係。同埋你 feel 到大家踢得撲街，真係即係集中唔好失波，同埋撲街啦，千祈唔好失波係兩個心態嚟噶嘛。係。你明我講咩啊？我明。即係一個係好集中要做好每一球波，一個係好撚熬失波。係。而佢入咗嚟之後，我見到個氣氛就係好撚熬。好靓牙，好靓牙，踢个波喺前面，唔好喺后边，大家都牙，好靓牙，全个曼彻斯特都牙，真系啊，唔系讲笑，全个奥推福都牙，咬啊咬到癫啊，全球球迷都牙，你知唔知佢入嚟第一件事系咩啊？系咩啊？攞翻队长臂章咯咩啊？即系咯，几卵威啊，黐卵线噶，屌你老母，正队长嘛。正隊長就係咁噶啦，就有恃有恃威權，咁就，但係最終場波就無驚無險嘅。咁而家問題就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咧嚟緊咧就會踢歐霸，嗯、即係開始踢歐霸。嗯，咁究竟係歐霸出佢啊，定係歐霸出正選，然後翻嚟對水晶宮出佢咧？就問題大啦。即係你覺得點都要出嘅？其實咧，我覺得上周中對李斯特城，我覺得應該要輪換嘅啦。最終冇輪換，已經係好撚 shocking。其實有到三杉純都要踢埋咧，就誇張噶啦。真係好撚 shocking 噶啦！屌你老味，艾力神踢足嘅黐鬼線嘅。艾力神又當然係勁撚到爆炸啦！呢場即係喺傳送方面嘅艾力神係已經唔撚需要挑剔噶啦。即係而家曼聯嘅球員水平嚟講，咁第一球就係佢策動噶啦，即係喺後場策動就俾班奴嗰球波俾得好撚靚啦，跟住班奴就唔知道想過人定係點啊咁啊，跟住又俾人摟跌咗，咁但係又繼續波繼續，咁跟住就落咗去華舒福度，跟住華舒福就再分邊就俾無人看管嘅安東尼，咁安東尼就射入佢嘅地標戰第一球。即係地標戰嘅第一球啦。係。喂，我哋錄緊嘢 ，sorry。咁咧就開心啦，地標戰入波喎，巴閉啦咁樣。但係咧，我想提醒大家，對上一個咧地標戰入波嘅球員咧，如果我冇記錯啊，雲迪碧克。我都記得係。我喺 live 都係咁復。雲迪碧克係啦，咁你就自己諗啦咁樣。咁但係安東尼就應該冇嘢嘅，因為咧，如果可以一嚟到就即刻出嘅話就。看得出滕哈格對他很大信心啦，咁但係就同樣嘅問題就大家都會問，咁點解唔出卡斯米魯咧？咁樣，咁啊卡斯米魯就好明顯就唔係滕哈格想要嘅人啦，因為咧佢嘅講法就係話佢都要時間適應，而且麥湯文尼表現好好，咁咧於是乎咧就回應咗星期日嘛和仔哥問我個問題啦，就係係咪即係佢真係頂唔撚順艾蘭加，但係佢頂得順麥湯文尼咧咁樣？咁即係啦，即係咯。咁而麥湯文尼有冇即係點樣講咧？麥湯文尼我覺得係有進步嘅，我覺得係有嘅，即係唔可以忽視佢有落苦功嘅。係咪做得好好？係咪做到即係好大改變咧？咁就有撚排噶啦，呢、這個就肯諗定啦。不過都唔怕嘅，即係咁卡斯喺度過多一兩場，佢就會出正選噶啦。我覺得唔係啊，好簡單嘅咋。我唔樂觀。麥湯攞夠五張黃牌要停賽，咪出場咯。唔係出費特。出費特。出費特。我嘅睇法係，即係留翻卡斯米魯同大哥傾偈啊！係啦，心理輔導員嚟嘅啫，再撲街啲講，屌你賠錯嘅啫，買個賠錯翻去30幾萬，即係佢兩個加埋差唔多一球一個禮拜就係我哋傾偈嘅。係啊，就係傾偈嘅咋，屌你老尾，就係傾心事嘅咋咁樣樣，就係坐喺後備席就大哥起身拍手掌，啊入波拍手掌，佢又起身拍手掌咁樣。喂，呢個一定係最大功勞，完全唔撚關球場事啦，冇撚證，即係4年合約呢啲，屌你咁樣鳩講嘅，即係唔係鳩講即係齋簽。咁但係我估踢唔到35歲嘅啦，卡斯米魯。咁會唔會真係好你話齋麥湯停賽咁嘅，跟住就唔出費特出佢咧？咁樣就好撚難估。
好撚難估，因為太唔似咯，真係好唔似咯。即係好唔似會用咯、啊，你意思係？係啊，唔係佢唔似啊，我真係嗰都即係。我唔係因為其實卡斯咪似唔似你都唔知嘅而家，因為首先你始終未踢，即係你冇正正經經喺一個比較長嘅時間落球場踢，你就睇唔到佢同呢班人會夾成點。即係我都係嗰句啦，卡斯咪路搭開嗰啲係摩迪喎。嗯。真係諗起卻奧斯喎，係咪先？踢巴西國家隊，即係除咗費特之外，嗰啲都巴西人嚟㗎嘛，畢竟都係。咁但係而家呢班就即係講緊曼聯嗰啲，你望落去就係咪同一個檔次，或者係同係咯，即係唔關事咯嗰啲嘢。咁所以就有保留嘅。即係對卡斯米諾可唔可以踢到正選就有保留。嗯。咁啊，最另外一樣嘢就要點講咧？即係呢個飛機咧，真係唔知應該打。啲飛機真係唔知應該打，但係打定先就係咧，我幾意外華舒福嘅表現。即係係啊，因為譬如好似俾安東尼嗰球咧，我係覺得即係正嗱，應該話合理地佢梗係要俾啦嗰球波。係，但係嗰個同你上季見到嗰個派飯福唔撚係同一個人嚟㗎嘛？係啊，係啊。嗰個人係會扭嚟扭去啊！譬如有嗰陣時係面對住兩個阿仙奴後衞啦，一個就先真高啦，一個就應該係加比爾嚟嘅。我估佢扭入去嘅，但佢竟然篤橫喎！喂，屌你華舒福喎、啊！華舒福喎、啊，跟住第二球就搬路俾佢球單刀，我以為佢會扭鳩藍絲道㗎，因為佢應該眼尾受到阿Ben White 飛緊埋嚟噶嘛，因為嗰球波係喺中間，搬奴腳左右腳腳面片就穿過咗沙利巴，咁跟住俾華舒福係咪第二球？第二球咪呢球？定係第三球即係呢球？呢球第三球。第三球即係呢球，即係處邊啦？即係唔係呢球第二球？呢球第二球？呢球第二球？咁一劏落去嘅時候咧，因為 Ben White 就打咗右邊嘅。所以 Ben White 就要兜個圈，即大家咁樣華舒福嘅呢個啦，咁樣去 Ben White 就喺呢度去，嗯、所以咧就慢咗。咁啊飛緊埋去嘅時候咧，我以為華舒福撚一定吸㗎，起碼推多步扭鳩過埋藍絲道先㗎啦，諗住佢啊，佢都冇起腳喎。雖然個波係散中人嘅，唔散中人藍絲道撲唔撲到唔知嗰啲 card 嘢，但係起碼你正經踢波先啊嘛，開始係。正經嘅波好撚緊要啦，大佬。我嗰條直其實講真啦，嗰條直線跑已經係正經踢波嘅表現嚟㗎啦。係，佢唔係成日跑㗎啦，以前即係你講上年，即係佢扭係有波佢先扭啫嘛。係啊，佢唔係衝埋扭㗎嘛。唔係咁，琴晚都有。琴晚都有。咁但係琴晚，但係合理嘅，我覺得即係。係啊，琴晚就相對合理嘅。即係就算冇人幫嘅時候，要去突破就試下。係。如果唔係嘅話，就諗辦法踢。係啦。咁但係咧就琴晚就係啦，呢兩球就我好撚深刻印象啦。跟住唔係其實最尾嗰球就錦上添花啫，貨佢自己嚟講。咁、啊、但係貨對球隊嚟講就唔係㗎啦。如果會知道出米加亞嘅話，係啊係。其實如果總之唔出米加亞就錦上添花，知道會出米加亞就唔撚係講笑啦。嗰、那個真係孤神嚟㗎啦，屌佢老尾咁樣。咁啊，好意外，我好意外華舒福。慢慢就正正經經似翻個前鋒啦，嗯，即係你話係咪好突出咧？咁樣我覺得仲有進步空間啦，當然。咁啊，其實老老實實講，我覺得大哥就算大哥換咗入嚟都好，大哥係好咧氣憤冇波入嘅啫，係。但係大哥就話俾你聽，正經嘅前鋒就應該係咁嘅。雖然有啲花巧嘢玩，即係嗰啲咩心口點你咁揞翻去後場嗰啲咧，屌佢老尾真喪心病狂。不過搬奴琴日有幾腳啊呢啲，喺啲中後場又後爭又成，唔知做乜柒嘢。屌但係佢有你又唔好撚得屌，
畢竟都俾咗兩球靚波，即係兩個靚嘅秒，係啦，兩球靚波。你第三球就俾艾力神啦，一眼尾手攆到艾力神就，艾力神就即刻就俾個斜直線咁樣去走啦。艾力神上一秒鐘仲喺禁區頂嗰度防緊手，唔係呢個就艾力神另一個可即係可愛嘅地方咯。即係我之前同和仔講嘅，其實咧艾力神唔係我特別中意嘅球員。即係呢個冇特別原因，唔係佢好定唔好嘅問題，我唔中意，即係我唔喜愛咁解嘅啫。咁我唔會否定佢係一個好唔好嘅球員。嗯。咁而事實話俾大家聽就係佢係一個好球員。好球員嘅意思就係、是、喺一啲唔自己唔適應嘅位置都努力去幫隊波啦，或者叫做去符合領隊嘅要求啦。然之後到自己發揮所長嘅時候咧就。嗯，做好自己的本分啦，咁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艾力神可愛的地方啦。最撚重要就是免簽，免費啊，免費噶啦咁樣。雖然啲錢唔係我嘅，唔係咯。雖然啲錢唔係我嘅咁樣，咁你冇撚理啦，一億個個都入波先啦。咁啊係啊，一億個個唯一投訴就係冇原地轉嘅，屌你啦！屌你兩尾，雖然有原地插花唔夠啊！屌你兩尾，轉多兩個圈先嘛！我話佢扭屎忽翻佢就入波啦！轉多兩個圈先嘛！屌你兩尾，但係嗰腳左腳靚嘅，嗯，嗰腳左腳一擺埋個身就攞網仔係靚嘅咁樣。咁好啦，右路咧就搞掂咗啦。而家就係問題喺個左路嗰度，我覺得新組真係搞唔撚掂。即已經不是踢不到九十分鐘的問題喎。琴晚的新組仲做乜撚嘢啊？冇印象喎，近乎好像入波個球關佢事，有少少關佢事嘅。冇嘅，其實唔係好覺得佢存在嘅成日波。哇！屌你老尾，新組搞唔撚掂喎！即內佢又有波入嘅，雖然咁怪嘅，咁但係似乎揾極都揾唔到佢最佳位置喎。咁會唔會滕哈格會把心一橫，不如試下拉落去踢中場算撚數呢？因為他勤力的，其實事實上他勤力的，同埋我覺得某程度上他防守是有 sense 過其他中前場球員的。咁當然你話他是不是很落力就另一個問題啦。但會不會咁諗咧？咁樣騰下腳會唔會咁諗咧？就呢個就有待觀察啦。或者因為另一個問題就是馬斯亞唔撚知發生咩事，又傷極都未傷好。嗯，即係出咗半場之外就唔撚踢得咁撚樣。明明又係係威係勢咁撚樣，又話加粗又話成。咁啊，如果係咪諗諗下條撚仔諗諗下都係唔係啦？拗兩算撚數啊！唔好咁撚落力咧咁樣嘅，定係。橫掂都冇世界盃踢㗎啦，就唔好撚咁撚搏命啦，咁撚樣定係點咧？就唔撚知，真係唔撚知。啊！咁如果正常，如果出到馬斯亞嘅話咧，咁就到騰哈格頭痛啦。咁點撚樣出咧？個四個人，即係華舒福、馬斯亞，我已經唔計 C 朗㗎啦喎。係啊。即係 C 朗已經當咗佢一定係踢後備㗎啦喎。同埋你已經冇計到阿蘭加㗎啦嘛。咁唔計噶啦，佢已經係放棄咗，你覺得係？陳哈格，屌你兩尾，不惜一切都係同曼聯高層講一億一億，屌你兩尾，唔好撚傾，一定要咁撚樣啦，大佬呢、這個好撚 feel 撚到嗰陣氣，嗰陣味啦，一嚟就正選，屌你，我懷疑佢都唔知有冇操過兩日波，唔出奇啊，真係啱啱公布㗎咋，唔知有冇操咗兩日波，咁啊結果就即刻用啦，你諗下，卡斯米魯都。兩場都後備不突止，仲要磨下磨下咁撚樣踢到，琴日有球就自己控甩咗，爭啲輸鳩埋，就俾人打翻轉頭，就係卡斯米魯啊咁撚樣。咁啊唔知啦，到時候馬斯亞、華舒福、新組加安東尼，佢點樣出咧？我真係估唔撚到啦。你仲要必定有班奴同，其實艾力神個位置就真係冇撚理由場場正選嘅，唔係話佢唔值，而係佢真係會攰噶嘛。其實好奇怪，同埋佢有病。唔係，其實好奇怪，其實好奇怪就係艾力神係好快你就見到佢係扯咁樣踢噶啦，但係佢就同你扯到尾，佢都仲係扯緊咁踢嘅。唔係，但係其實係好誇張嘅。但係而我係有少少估唔到就係、是、即係連續兩場踢嘅比賽啦，即係其實係即係呢個禮拜密咗啦，呢、這個賽程係密咗啦。我第一下係以為。即係會有人換走艾力神嘅，正常應該要啦。我覺得係會有人換走艾力神嘅，即係無論係踢，即係可能下半場先出啊，又或者起碼開始嘅時候見唔到佢先咧，
我都係合，即係我覺得係合理嘅應該。係啊，但係turn out就唔係啦。唔係第一個換人咧，換新組我就估得到嘅，因為新組實在唔知做乜鳩。但係跟住嗰啲換人，我就真係冇一個估撚得到。我估極都即係唔計馬天尼斯嗰下啦，唔計馬天尼斯嗰下，後面嗰啲真係已經咦咁撚樣咁得唔得㗎？咁最終佢都。最終都守住勝果啦，咁冇撚得好講啦咁樣。係啦，首先就係啲球員配搭，究竟滕哈格係唔撚你啦？而家即係士氣大於一切，就用死呢班人。即係好似大洛治其實都危險啦，係嘛？唔係即係大洛治危險，左右兩邊都係咁，兩邊閘都危險啦。一個馬來西亞，一個大洛治，一定話俾你聽係睇唔住馬天尼尼同埋沙卡噶啦。咁呢個就係阿仙奴嘅問題。其實阿仙奴上半場有一大段時間都係控制住個賽事嘅，咁但係咧佢哋控制賽事嘅時候咧就係、是、佢甚至乎啲波。是可以輕鬆猜到入去禁區，但是或者兩邊逆風可以擺脫到曼聯兩隊閘，然之後個波跟住做咩呢，就是做唔到啦，即係做翻出嚟嗰腳就是究竟是俾唔到位啊，即係一係又俾唔到位啊，一係就或者是so call 叫俾曼聯球員炒鍋啦，咁呢個呢就有啲點樣講咧？其實咧，琴日嘅阿迪達咧，就幾撚狼死嘅。尤其追和咗之後，即係佢就算換走喺佢心目中冇狀態嘅奧迪加特同埋已經冇電嘅馬天尼尼都好，佢都係諗住攻鳩你嘅。嗯，其實我覺得我認真地講，贏波鳩屎都係咁話啦。佢啱嘅。對住呢條曼聯中場，你係應該攻鳩佢。你係應該恰鳩佢嘅。其實喺曼聯入第二球之前，我好被動嘅。你係應該恰鳩佢嘅，即係你而家曼聯就係真係頭先講有士氣大事喺度，即係嗰個就好似泵氣嗰支泵咁樣，不斷泵嘅啫。即係你有馬天尼斯喺度，就成個氛圍就變成點咧？個氛圍就係、是。只要那個所謂入到危險地區的傳送做得到都好，對方他只要做不到最後那一下 assist， 或者甚至乎最後那無論是最後那句埋門或者再早一腳那一下 assist， 只要他們在那個位置就斷了他們，那即曼聯現在的防守策略是到這樣的。是啊，只是去到咁撚樣嘅啫。咁、啊、當然啦，你會見到有麥湯文尼嗰啲蘇哥掃檔啊、逼啊嗰啲 click click 嘢啦，會有嘅。即係你唔可能100%全場都全控，即係全場控制住個比賽噶嘛。你總有控制唔到嘅時候噶嘛。咁嗰啲時候咪嚟咯。咁譬如你就算班奴嗰啲執到 set 跟波，佢自己都會喺自己後場嘗試去唔撚知做乜鳩嘢，俾啲後腳啊，又或者就唔知道自己想推生個波啊。即係呢方面其實艾力神就做得相對比較好嘅，即係唔係相對比較好啊，直頭好撚多噶啦。只不過係有時候我覺得係活力問題咯。即係班奴同艾力神打兩個中場，即係夾埋防中計嘅話，那個配搭就係、是、喺，唉，我都唔撚識形容，除非出現個情況就好似阿仙奴失個三球，其實失三球波係處於一個同樣嘅狀況，嗯、就係咩咧？就係、是、阿仙奴球員偏向壓前，但係唔係壓迫嚟嘅，即係冇緊迫嚟嘅。佢只係有一堆人喺前中前，即係中線甚至乎前場嘅啫。阿仙奴球員，然之後咧，其實以艾力神為首，佢有時間轉身望定比嘅。其實三球波都係呢種狀況嘅。咁跟住結果就即係狀況意思即係唔係都係艾力神做啦。總之曼聯球員處身嗰個狀況就係咁，咁就令曼聯可以做到所謂嘅反擊或者。其實都不是反擊嚟，總之突然間打個快的進攻咁樣樣。但是呢些咁嘅機會同粉紅色的魚頭是一撚樣噶嘛，可遇不可求噶嘛。你唔係隊隊都會咁樣做噶嘛。大部分時間就調翻轉，其實嗰個狀況似咩咧？那個狀況就似賓福特對住我哋嗰陣時啊，
即係琴晚嘅阿仙奴，就似我哋對住賓福特嗰陣時咁樣，有一堆人去擁撚咗前場，人哋咪打翻轉頭好撚輕鬆。咁學你嗰次話齋就係、是、對撚住咁啱屎忽撞鬼嘅賓福特，就把握到就衰入。嗱，真心講，你唔排除曼聯係咁樣。你點撚估到華斯福係咪真係向好啫？咁啊係。佢下場佢見呢場入兩球喎、哦，我應該解鎖啦，掛要。我試下啦，可以係嘛？嗱，有助攻就有助攻啦。即係如果你有睇 Slam Dunk 你就知啦。流川就係咁撚樣噶嘛。流川楓打三孔工業嗰陣時就係咁撚樣噶嘛。就要扮俾波，即係俾咗幾球。就呃對手就係、是，佢唔係獨食噶，佢識俾波噶，咁跟住令對方防守遲疑，令唔係啊，佢令對手防守遲疑，哎，究竟佢俾波你自己射呢咁樣？你唔排除華斯福諗呢樣嘢噶，你唔撚排除噶，咁你就撲街，即係好撚擔，即係我主要唔係擔心嘅，即係我主要係覺得而家咧嗰個所謂重建步伐咧，就顯然意見係咩咧？就係、是。其實而家預計喺中場一帶嘅防守，做到就做；兩邊防守做到就做，做唔到唔緊要，唔好亂。嗯，即係佢哋嘅心態就係、是，或者佢哋嗰個原則啊，應該咁樣講，就係唔好亂。有華拉尼，有馬天尼斯，都過埋唔緊要，仲有迪基亞。是咁嘅啫，而家我覺得佢哋嘅防守體系係好撚簡單嘅啫，只係去到嗱你盡做，所以你見到佢哋一盡做嘅時候，踩個波落底線都要擊掌噶，嗯，好撚怪嘅喎，即係你話拉屎林拉屎啊，嗰個麥湯山走嗰球，係啦，麥湯山走嗰球嗰、那個八比奧維拉斜傳入嚟嗰球其實好撚通透噶，咁麥湯跟死佢嘛，包住越位都照跟死佢嘛，咁跟住山走嗱嗰啲波你。互相擊掌，振奮士氣咧，我覺得合理喎。山走出底線嗰啲，我就覺得怪噶啦。屌你老尾！咁但係佢哋而家去到呢個地步噶嘛，山個波出底線就擊掌噶啦。咁唔緊要，學黃仔話齋，好過冇。即係算我覺得怪嘅，即係覺得可以成熟啲嘅。咁但係佢哋中意啦。好啦，喺一個咁嘅防守體系之下，然之後就靠轉攻維修嗰時，睇下有冇空間。華拉艾力神有空間就試下向前俾啦，班奴有空間就試下向前俾啦。嗰、那個係安東尼又好，其實嗰艾蘭加佢哋照俾噶啦。跟住嗰邊係新祖又好，華舒福又好照俾噶啦。前面嗰係華舒福又好，斯朗好照俾噶啦。總之就執佢，執咗去前面等佢哋做。咁呢種踢法可以維持幾耐？唔好撚理佢，踢落去啦，嚟踢落去啦。唯一要講就係之後會唔會有嘢加落去呢、這個呢、這個體系度咯？譬如中場防守，究竟幾時先至正式放卡斯米魯出嚟呢？即係所謂卡斯米魯嘅適應期係幾時呢？跟住調配一下，調節一下艾力神同班奴嗰個位置，使唔使一定下下都係出佢兩個呢？會唔會可以有啲調整空間呢？雖然後面望落去就係麥湯同埋費特㗎啦。係啦，呢兩個啦，即係除非你話，即係好似我頭先講新組拉埋落嚟嘅啫，因為新組前面貢獻太少啦嘛，有時候咯，即係雖然有波入，咁但會唔會就試下不如做中喺中場波咧？唔係，我覺得早兩場係正常啲嘅，早兩場係啱啱呢場誇張啫，誇張定咩咧？誇張定唔見影咯、啊。而我係有攰咯，而我嘅感受係呢樣嘢，我嘅感受係我睇到艾力神係。重踢緊，我仲見到佢跑嚟跑去，但我見唔到新組，我覺得佢唔存在喺球場入邊。唔係新組係唔 fit 噶，即係我係有懷疑過，其實真正體能有問題嗰個係新組。唔係啊，滕哈格直頭開聲講咗話佢體能有問題啦。滕哈格開聲講咗啦。咁又出？咁即係冇選擇啦。你望落後面就係伊拉賈啦嘛。咁係哦。咁又講咗，咁又講咗大哥一定唔撚踢正選啊嘛。啊。跟住嗰個閪面嗰個又坐撚咗上去包廂啦嘛。咁點啫？加拿組啊，就加拿組噶咯。如果最終出加拿組都可以睇下嘅，
唔係可能歐霸杯出加拿早都唔定。唔出奇，唔出奇。同埋我哋已經遺忘咗雲迪碧，雲迪碧克噶啦。我唔講噶啦。我哋忘記咗佢。唔講噶啦。忘記咗佢啦。我有諗過今日著件雲迪碧克翻嚟，前季嘅雲迪碧克，我有諗過著翻嚟。冇啦，都係特登買件大哥啦咁樣樣。咁就係啦。幾時有雲迪碧克又可以解放咧？定係放棄咗嘅咧？咁樣唔知道。不知道，即如果連滕哈格都不用，就真係佢有問題噶咯喎，係咪先？搞開噶嘛，都不用。我不知道，我解釋唔到噶啦，已經。其實本身都好正面噶，即本身個飛機都打得好行噶。唔係，我而家係 build up 緊個飛機噶。我冇啊，我你知唔知？即呢個世界好多嘢，即咩叫 turn down 啊？即係你幾行都好，你一見到你就即刻就啄皮。例如咧，見到麥嘉亞，即係總之一見到麥嘉亞有機會出就啄皮。即係你即刻理解唔到嘛？即你明啊？即大家團結去踢好場波咁，其實根本就係咁嘅感覺啫，係咪先？即係揾到個方法啦，就老虎蟹都咁樣跑啦咁。嗰、那個方法入邊係冇可能麥嘉亞入邊噶嘛？係。而突然間會出咗，咁我會問一個問題啦。唔出麥嘉亞嗰決定係咪你滕哈格做嘅先？要出麥嘉亞呢個決定係咪滕哈格做先？我諗都係。咁撲街啦！兩樣都係。咁啊撲街啦！即我唯一啊喺呢個陰謀再陰謀論入邊去講啊，就係話唯一就係唔係有一個 term 嘅 contract 就係8000万一年點都要出幾次？咁剩翻十分鐘呢場有機會點失唔到兩球㗎？你個撲街！儲個場數啦！我而家咁樣，嗱，因為我哋畢竟打緊飛機㗎嘛。係。即係冇理由下下就即刻整隻阿烏出嚟搞到你對皮啦咁樣。我而家嘗試捋撚起你，好捋撚起你。係輸兩場頭兩場，即刻就輸埋間牙。嗯，輸咗三場。嗯，三場都贏。嗯，第四場輸咗80分鐘。嗯，3-1。係喺呢個時候，滕哈格用一個將心比己嘅心態拎出嚟，知恥近乎勇。你咁撚大個人，又話國腳，又話隊長，又話8000万身價，去到而家呢個 moment 啦，我個外將，我個士氣大使又受傷啦。嗯，拎啲氣魄出嚟得唔得？得唔得？唔係，如果係咁樣，你聽我講埋先，Henry 得唔得？嗯，得，好，俾你試一，俾你試10分鐘。嗯，我覺得滕哈格，即係嗱，我主觀願望嘅。嗯嗯。如果你頭兩場你先醒覺到呢條友唔用得，我覺得啱啱個10分鐘應該係加深你對呢個撚樣嘅不信任度嘅，你應該更加強烈認定撚樣真係改唔到嘅。唔係，如果係咁，我都已經質疑一個人嘅能力㗎啦。點解啊？喂，麥嘉亞唔需要嚟到先知㗎嘛？唔係咁，我冇去奧脫福喎。唔係咁，可能我冇去卡廷頓喎。不是咁，可能都盤住菩薩的心腸咧。即始終歐洲都係一個，屌歐洲都係一個大愛嘅地方嚟噶嘛，係咪？即係佢哋都係照顧弱勢社群噶嘛，係咪？咁有即係你見到劉松仁咁樣，你未俾住機會啊？咁可能係咁咧。咁你連迪洛夫又未100%狀態啦，有啲計啊，傷耳又傷啦，咁唔通？收大洛自入嚟打中堅，跟住出阿雲比沙卡啊咁樣，定係拉麥湯文嚟打中堅啊？太撚冇準啊嘛！咁都諗住3-1啦，大不了輸一球，即係可能佢心底裏面都係諗大不了我輸一球，我俾你敗一球都要頂一頂，頂一頂檔，好連嗰球都唔敗，但係照計應該睇得出此人不能重用啦。咁啊，會唔會係啲杯賽啊？歐霸杯啊，嗰啲咁咪踢咯，咁好過冇啦。唔係學你話1800万嘛，屌你老尾，又甩唔到。你識李斯特城，你話一係回收啦，屌你。唔係李斯特城回收佢，收你平啲，800个。唔緊要啦，俾佢啦。你明白李斯特城回收嘅最大問題係咩啊？係咩啊？麥嘉亞會去踢翻屬於佢嘅地方㗎。即係點啊？英冠咯。咁咪。咁啊，去英冠咯。咁佢就係呢、這個你收佢翻去就會踢英冠。唔係啊，而家嘅李斯特城有冇佢都隨時去英冠㗎啦。唔係，
千瘡百孔噶啦，即係唔係話贏咗，即係唔係話咗贏咗人哋就話人哋急，即係話人哋話人哋屎波，唔係嘅，人哋真係大撚鑊嘅，人哋真係大撚鑊。所以咧，而家我哋密切關注嘅咧就係滕哈格究竟點樣看待麥佳亞咧咁樣，同埋我覺得其實最急要繼續啊，應該即係喺而家呢個架構上邊，照嘅滕哈格應該知道單靠士氣難到一季嘅。應該仲有啲嘢要調整嘅，咁嗰個調整我諗冇理由唔知噶啦。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嗰件事真係再慢慢好啲咧？咁樣不過咁講，我俾定個心理準備大家。其實呢個都係打飛機嚟嘅，但係我又俾住心理準備你打飛機。我哋而家落後阿仙奴三分，落後曼城兩分，我同你哋讲，所有曼联球迷，我同你哋讲，你哋要开心，而家开心咗啦。若然下个礼拜都 keep 到呢个分数，就赚嘅。keep 唔到，然之后去到尾都无办法再超越呢条界线，系冇捻计嘅。要开心，你开心咗先，千祈唔好戒慎恐惧啊！又话又俾出边嗰啲不断唔同各方面嗰啲。的评语影响你的心情，无论他们说什么都好，不要影响你的心情，开心就算，高兴就算，之后的事之后才算，今朝又走今朝嘴，一两样道理，你随时没有的，这个分差三分啊，榜首差曼城两分啊，哇你老母几靓威，威靓到震啊，差曼城两分，大佬是不是，之后未必有，真的之后未必有，开心定先，开心定先，好，你有没有补充啊？没有冇啦，你真係擔心咪加壓個問題嘅。係，樂觀啲，樂觀啲，照計，咪除非馬天尼斯好撚嚴重咯。如果唔係就可能出年定落夫波行緊。咪其實出年定落夫唔係啊！我因為你明白我擔心嗰樣嘢係咩啊？係咩啊？係個格調嘅問題啊！乜嘢格調啊？出佢係一個格調嘅問題，即係呢一個係最大嘅問題啊！即係你知道都唔關事，我尋日講你出希頓打我都冇問題，輸啊！个格都冇咁衰嘅，冇啊！我讲完啦，就系咁。你有冇评论落？你都有你嘅道理。我梗系有我道理啦，我讲呢样嘢。你有你嘅道理嘅，用到格调呢样嘢，你讲就格调嘅问题。咁，唉，希望大家可以见到稍为有格调嘅曼联继续踢落去啦。好，今日就嚟到呢度啦。咁啊，阵间唔知系车仔定系巴塞定系阿仙奴啦，唔知阿仙奴佢哋录唔录啊？咁啊，估佢哋唔录噶啦。俾佢哋系咁噶啦，好啦，系咁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睇完节目记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收睇最强频道，订阅热血时报。